我们现在请主任秘书报告出席委员人数，是不是请大家可以回座？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已足法定人数。好，我们现在开始开会，请议事人员宣读报告事项，宣读上一次会议议事录。宣读立法院第八届第八会期财政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4年11月25日星期三上午9:04至12:19，中华民国104年11月26日星期四上午9:01至11:24。地点本院清贤楼九楼大礼堂，出席委员席天才委员等14人，内席委员李同豪委员等15人，内席官员104年11月25日星期三，财政部部长张盛和、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曾明忠及其他相关机关人员等104年11月26日星期四，财政部部长张盛和、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黄天牧及其他相关机关人员等，主席谢召集委员林，104年11月25日星期三报告事项。一、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议事录确定。二、通过复议案两案。三、一、复议案决议变更105年度营业预算审查结果之部分内容如下：台湾烟酒股份有限公司部分。二、营业收支部分。一、营业总收入年内814亿8211万6000元，增列营业收入5亿元，科目自行调整，其以经照列改列为819亿8211万6000元。二、营业总支出不含所得税费用，年内709亿6515万5000元，配合营业收入增列，应随同修正增列营业成本4亿7142万3000元，减列行销费用向下PD津贴50万元，增减户底后即增列4亿7092万3000元，其以经照列改列为714亿3607万8000元。三、税前净利年内105亿1696万1000元，增列2907万7000元，改列为105亿4603万8000元。财政部印刷厂部分，二、营业收支部分，一、营业总收入年内9亿8741万9000元，增列营业收入50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其以经照列改列为9亿9241万9000元。二、营业总支出不含所得税费用，年内8亿8386万9000元。配合营业收入增列，应随同修正增列营业成本383万8000元，其以经照列改列为8亿8770万7000元。三、税前净利年内1亿355万元，增列116万2000元，改列为1亿471万2000元。讨论事项：审查中华民国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营业部分，有关台湾土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韩土银保险经纪人股份有限公司、中央存款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经财政部张部长、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曾主任委员就预算案分别提出报告后，既有委员席天才等11人提出执行，经财政部张部长、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曾主任委员及相关人员予以答复，决定一、报告及行党完毕；二、委员潘维刚所提书面执行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财政部、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书面答复。三、委员执行未及答复部分，请财政部、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以1周年以书面答复。四、委员执行中要求提供之相关资料，亦请你1周年分送各相关委员。决议一、审查中华民国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营业部分，有关台湾土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韩土银保险经纪人股份有限公司、中央存款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审查结果如下：甲、财政部主管；一、台湾土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韩土银保险经纪人股份有限公司；一、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营业收支、金融保险成本、转投资、重大资建设事业及资金应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营业收支部分，应营业总收入536亿731万元照列；二、营业总支出不含所得税费用，年列451亿145万9000元，减列用人费用之离岛及东台地区服务人员PD津贴25万元，其已经照列改列为451亿120万9000元。
税前净利延列85亿585万1000元，增列25万元，改列为85亿610万1000元。三、金融保险成本部分随同营业总支出审查结果调整。四、转投资计划部分无列数。五、重大之建设事业部分5亿3869万1000元照列。六、资金应用部分应依据营业收支、金融保险成本、盈亏拨补、转投资及重大之建设事业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七、补办预算部分收回资金之转投资20亿元照列。八、提案一案保留送院会处理。一、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主管。一、中央存款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一、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营业收支、金融保险成本、转投资、重大之建设事业及资金应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营业收支部分。一、营业总收入90亿9873万8000元照列。二、营业总支出不含所得税费用年内90亿9873万8000元，减列服务费用项下专业服务费270万元，并随同修正增列提存特别准备270万元，其已经照列仍列90亿9873万8000元。税前净利0元照列。三、金融保险成本部分随同营业总支出审查结果调整。四、转投资计划部分无列数。五、重大之建设事业部分720万6000元照列。六、资金应用部分应依据营业收支、金融保险成本、盈亏拨补、转投资及重大之建设事业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本委员会负责审查中华民国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营业及非营业暨信托基金部分，经已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并入审查总报告提报宴会讨论。宴会讨论前需交由党团协商，宴会讨论时由本会些召集委员领出席说明。通过临时提案一案。104年11月26日星期四，讨论事项：一、审查行政院行情审议价值型及非价值型营业税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二、审查本院委员徐天才等20人拟具税金稽征法增订第21条之一条文草案案；三、继续审查本院委员罗明才等18人拟具记账事法第35条条文修正草案案；四、审查本院委员薛林等19人拟具所得税法第17条条文修正草案案；五、继续审查本院委员薛林等23人拟具所得税法第17条条文修正草案案。经委员徐天才说明提案要旨，财政部张部长就行政院提案提出报告并回应委员提案后，既有委员徐天才等7人提出质询，经财政部张部长及相关人员予以答复，决定一、报告及行党完毕；二、委员徐新颖、潘维刚、卢秀燕挂号2份，杨琼英、李应言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财政部以书面答复。三、委员咨询未及答复部分，请财政部于1周年以书面答复。四、委员咨询中要求提供之相关资料，亦请于1周年分送各相关委员。决议：一、审查行政院行情审议价值型及非价值型营业税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一、审查结果。第32条增订第32条之一、第45条、第46条、第47条、第48条、第49条、第52条条文，经照案通过。二、本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宴会讨论，务须交由党团协商。宴会讨论时，由薛召集委员领补充说明。二、审查本院委员许天才等20人拟具税金稽征法增订第21条之一条文草案案，尚未审查完竣，另择其继续审查。三、继续审查本院委员罗明才等18人拟具记账事法第35条条文修正草案案。一、审查结果。第35条条文一、委员罗明才等人提案修正第3项记中，非加入记账报税代理人工会为非加入记账及报税代理人工会。第4项第4款末句删除业务二字，其已照案通过。二、本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宴会讨论，务须交由党团协商。宴会讨论时，由薛召集委员领补充说明。四、审查本院委员薛林等19人拟具所得税法第17条条文修正草案案，及继续审查本院委员薛林等23人拟具所得税法第17条条文修正草案案，经尚未审查完竣，另择其继续审查。通过临时提案二案，宣读完毕。我们现请议事人员宣读今日议程。讨论事项：一、审查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函送财团法人台湾金融研信院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财团法人保险安定基金、财团法人证券投资人及期货交易人保护中心、财团法人保险事业发展中心及财团法人金融消费评议中心等7家财团法人105年度预算书案。
二、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保险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及本院委员要问制等实际人拟记保险法第107条条文修正草案案委员吕玉玲等十七人拟记保险法第21条条文修正草案案委员叶金玲等十七人拟记保险法第34条条文修正草案案等事案。三、审查本院委员林淑芬等十八人，委员潘维刚等十六人分别拟具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等二案。宣读完毕。好，我们先介绍在场的委员，还有与会的首长啊，许天才委员、罗明才委员。还有我这边请教各位委员，对上一次的议事录有没有异议？如果没有异议的话，我们就确定啊。那我们现在来介绍我们与会的首长。第一，我要介绍的是我们金管会副主委黄天牧，银行局副局长邱淑珍，我们证券期货局副局长王永兴，我们保险局副局长张玉辉，我们检察局副局长陈开元，我们法律事务处处长钟瑞兰，我们主计室主任黄凯平，我们财团法人金融研训院院长黄博仪，我们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金董事长黄天牧，我们总经理高福元，我们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董事长陈明仁，总经理张万里，我们财团法人保险安定基金董事长林国斌，总经理蔡康，我们财团法人证券投资人及期货交易人保护中心董事长邱清廷，总经理吕淑玲，财团法人保险事业发展中心董事长曾玉琼，总经理梁正德，我们财团法人金融消费评议中心董事长林建志，总经理张冠群，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务预算处专门委员徐永义，专门委员基金预算处专门委员巫中信。现在我们介绍财政部部长张盛和部长，法制处处长彭英伟，处参司司长曾国基，国库署署长阮清华，国产署署长庄翠云，赋税署署长吴自兴，我们财政资讯中心主任苏俊荣，我们官务署副署长庄水吉，卫生福利部社会及家庭署副组长陈美惠，我们内政部营建署组长詹德书，经济部研究发展委员会专门委员刘玉兰，技师何静珍，能源局科长彭淑美，教育部秘书处专门委员李启光，文化部文化资源司专门委员张慧珠，我们交通部参事室专门委员傅桂兰，视察吴志勇，我们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综合规划处检任计政王凯平，行政院农委会企划处副处长黄振德，技师吴轩轩，林务局组长纪丽美，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企划处专门委员陈信瑞，法务部参事刘成坤，因为我们现在马上就他了，好吧？我们现在呢，
今天我们议程审查预算案及两个法案，我们采分别报告合并询答方式来进行。首先我们就请提案委员说明提案要旨。第一个是保险法修正草案，我们现在请姚文智委员。好，主席，各位先进，这个保险法107条的修正啊，其实主要来自于这个我们所面对的这个陈情案件哈、啊，那就是低于15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啊，他现在以现行法的规定呢，连基本的丧葬的给付啊都没有啊，那。这个当然了，当然我们其实知道15岁以下啊有很多的各种不同的讨论，那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有涉及这个道德的风险啊，那所以在原来条文里面啊，15岁以下当然不得给付，但是我们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精神障碍或者其他的心智缺陷，那他是不是跟15岁以下一样，他也有道德的风险？啊，现在这个今天我提这个修法的目的是大家，我觉得大家可以来审视一下哈，就是15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那他所面临的这个，他跟这个精神障碍或者是心智缺陷的被保险人啊，他所必须要花费的丧葬费用是不是相当？那或者说他面对的道德风险是不是相当啊，我觉得这里面真的有讨论的空间啊。这个以现行条文来讲啊，只有这个精神障碍或心智缺陷的保险人有这个相当的丧葬费用的请求权啊。当然我看今天这个金管会的报告里面啊，这个言下之意说有部分人士认为有这个道德危险，言下之意是你们认为是这个部分想修是不是啊？那想修我也不反对啊，也就是说这个部分的标准是不是可以来讨论到一致啊？那现行的条文是精神障碍跟心智缺陷，它是有可以请求给付的啊，它的目前的额度是最高是61.5万，那61.5万也有道德风险啊，那15岁以下他所面临的情况是不是一样，还是15岁以下它不一样？那如果有一架，假设如果有一架这个飞机失事，那里面有一位这个15岁以下的，他没有精神障碍的，那里面也有一位15岁以下，但是有精神障碍的，那其中一位可能可以得到这个给付，另外一位可能得不到给付。好，所以我想这个基于啊。这个整个基本的丧葬需求啊，其实它是不分它到底背后什么样的族群背景条件，是不是精神障碍或者年龄啊，其实这是我们的礼俗里面啊基本的需求啊。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来讨论有一个一定的标准？那这个标准我个人其实并不坚持啊，就是说如果都没有，那我们都考虑到它的道德风险，这样也 OK。 那如果考虑到有些在道德风险跟基本的给付需求求得一个平衡底下，那以现行条文却独漏了15岁以下啊，那是不是可以有所修订啊？这个以上的说明，这个请公决案啊，谢谢。好，谢谢姚委员。接下来请吕玉玲不在，请叶金玲委员不在。那接下来提案说明的部分，促参法修正草案，请林淑芬委员。
主席，各位大家早安哦。就是说，以远雄这个大巨蛋而言，跟柯B啊惹得沸沸扬扬哦。其实那个柯B都没有讲到一个重点，真正的重点是促餐法规的缺失一堆，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办法有所本。所以我们建宇实施多年的民间参与公共建设计划的案件，产生了所谓图利财团、规避环评、监督履约机制不透明、忽略公众意见的表达等缺失，而违背了立法的宗旨，甚至于损害了这个公共利益，所以我们提出了一部分条文的修正。那其中包括就是说，我们认为部分的产业，特别是观光游憩类，它有非常成熟的市场机制，而且不需要这个再有这个政府资源的挹注，哦，这个市场机制非常的完整，我们让民间自行评估是不是自己要投入，不需要政府奖励和优惠，所以希望可以删除。另外，对国家公园及国家级风景特定区啊，应该要排除本法的适用范围，这个适用范围，我们避免这个对政府机关的空白授权，哦，希望可以排除。第四，委托民间新建公共建设，主管机关应该妥善进行履约管理，履约或变更应符合公共利益，哦，公共利益为第一优先。何谓公共利益？绝对不是公众使用就叫做公共利益。那公有土地属于公众资产，为求公有土地的谨慎处理，开放民间机构开发新建营运，应受土地法第25条的规定。就政府的补贴部分呢，对于未具自偿性的专案，政府固然应予支持或资助，但应慎重考量补助的时候的时机与方式，方能促使民间经营者提升专案新建及营运的品质。所以我们建议参采这个英国推行的这个 PFI 模式所采用的影子费率的机制，在营运开始后，方由政府依据专案营运的绩效给予补贴。另外，我们建议主办机关对促餐案件提供融资保证或其他形式的担保，很容易影响专案融资的诱因机制，且造成政府财政负担，以谨慎为之，故要求主办机关要提供融资保证或其他的措施承担，或有债者应提报各议会或立法院的审议阶的来通过。我们甚至看到远雄为例，他们意在融资啊，融资完以后呢，就无影无踪啊，甚至在这个苗栗也是这样子。我们再看到就是说，民间机构的募资管道而言，由于促餐案件具有高度风险、复杂等专业的特征，需以稳健发展为原则，不宜造进，方能保障这个投资大众的权益，以免损及公共利益。所以我们要求限制民间机构于营运期间办理公开发行新股或公司债者，使得排除公司法的相关限制，以降低投资大众的风险。所以必须你真正在做了才可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不要在那里搞了一个案子，结果拿了领走了促餐的奖金，地方政府领光了，融资也融资完了，动土都没动土。所以为了建立专案财务的独立性啊，特许公司应以新设公司或法人为限，使得作为专案申请营运为的主体，以免专案最优申请人其他业务的经营不善所牵累，故建议强制最优申请人应新设民间机构而与主办机关签约。另外，对民间自行规划申请参与公共建设者，应有严谨的审查程序。现在远雄健康生活园区所谓的 BOO 案，永久的拥有地上权，这样的一个营运模式啊，就缺乏了所谓的严谨的审查。现在竟然还可以说，可以通过，而且没有设定营运期间永久的，荒谬至极了哈。那另外呢，在加强管制方面呢，建议明文限制民间机构执行合并或分割，以促使民间机构专注于本业经营，避免增加专案的财务风险，影响公共服务的品质。另外，就主办机关的履约管理，建议刻以主办机关作为义务，与民间机构发生违约情势时，主办机关应采取相关措施，积极管理，以免延宕。好，各位，这个是从2000年开始，促餐法通过以后，这个法实施了十几年，缺失非常的多，从制度面的建立就开始产生了漏洞，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是刻不容缓，应该要立即来修正的时候。本人从第六届、第七届
到第八届哦，我们都屡屡提出这样一个修正版本。那希望这个贵委员会，我们立法院责无旁贷，要把这个法律的漏洞、把制度的漏洞给修补起来哦。希望能够促成最大的公共利益的实践。谢谢。好，谢谢林委员。接下来请提案人潘维康潘委员。我想大家好，这次我提出来这个促餐条例的修正，大家还记得在今年的9月24号，我们也在我们财政委员会特别我们做了一个投资台湾运动的公听会，也就是在我们整个省思我们现在经济所面临的状况之后，我们认为唯有大家一起来投资台湾才是我们当务之急。我也记得在今年年初4月的时候，当时我们进出口双衰退，然后我们看到我们福建自贸经区挂牌了，我们也看到红色供应链启动了，我们也看到大陆25号公报对于租税的奖励继续了。所以我们在想，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待现在的经济，怎么样做更大的突破。我们也看到韩国朴槿惠总统他也做了一个扩大的这个预算，将近1兆，并且事后我们也发现他所有的这种预算在第二季整个执行完成了38。所以呢，在这样情况下，我也去请教了很多的专业的人，也开了公听会，我们发现这个投资台湾扩大我们的投资是我们当务之急。不仅是我们自己要做整个思维上的调整，再一方面我们也希望这个整个这个新的这种方式的呈现，以前我们是 BOT BOO， 但很多国家在这些部分都已经做了重大的调整，包括 PPP 啊，这个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范畴当中，我们也希望来修正我们的促餐法。那所以呢，这次本席所提的这个促餐法也是为了因应国家财政的紧缩、时空环境的变迁，还有健全民间参与公共建设投资的环境来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修正。因为这里面呢，我们也希望能疏解政府财政的压力，有效地引进民间资金投入公共建设，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加速公共建设，提升公共服务品质，而且进而提振内需与带动经济的成长。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我们明年的预算，总预算也是1兆9啊，1兆9，跟去年的整个财政规模几乎并没有成长。那在我们公共投资上面，虽然总数3000多亿，感觉上多一点，但实际上政府的投资也只有1000多亿。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并无法带动整体的公共建设。并且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目前我们经济21季现金净流出，在今年到现在为止已经将近有600亿美金，也就是1兆8000亿。而实际上21季的净流出将近有这个18兆啊，没有这个非常6兆6啊，6兆6这样的一个数字。那所以呢，我们非常的担心，民间现在整个是高额储蓄，企业也是高额储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仅要扩大投资，甚至龚总的理事长甚至说我们要引凤逐巢啊，要来做这样的一些这个努力啊。所以呢，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减掉我们原来在整个促进民间投资的一些这个大家觉得这个弊端的部分，再一个更要扩大让大家能够扩大参与的部分啊。所以呢，我在这里面
一共是新增了四条，删除了一条，修正了23条，里面包含配合行政院组织再造修正主管机关的名称，增列政府厅舍设施为公共建设类别，增加政府付费取得公共服务机制，重大公共建设租税优惠补缴的机制，修正民间自行规划的制度等等。那我觉得应该更要集思广益，因为现在不管是亚投行的观念，不管是未来世界整体的这个潮流，甚至现在世界各国也在省思应该回归凯因斯学派，要扩大公共工程的这个投资建设，那我们引进民间的资金可以说是刻不容缓。所以呢也希望这个法案经过共同的讨论，大家一起来这个支持，谢谢。好，谢谢潘委员。好，接下来请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黄副主委报告预算及行政院提案内容，并请回应委员提案。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先生，首先我先报告我们金管会主管的财团法人105年度的预算编列口头报告。大院今天审查本会主管财团法人105年度预算案，应邀率主管同仁练习报告，深感荣幸。以下仅就金管会所属的财团法人金融消费评议中心、台湾金融研究院、保险安定基金、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住宅地震保险基金、证券投资人及期货交易人保护中心暨保险事业发展中心等7家财团法人之设立目的、105年度主要业务计划及预算编列情况简要报告。第一个，金融消费评议中心，那目的是要保护消费者权益，来增进消费者对市场的信心，促进市场的健全发展。主要业务计划包括提供金融消费者争议咨询调处跟评议，办理金融消费知识的宣导，举办研讨交流活动，参与国际金融消费评议的事务。那105年度预算编列收入编列1亿5246万8千元，那么支出编列1亿5147万9千元，那收支相抵后或剩余98万9千元。二，台湾金融研讯院设立目的是要推广金融教育及研究，提升专业素质，以促成金融业务现代化。那么主要的业务计划包括金融研究、金融训练的发展，包括高阶主管的培育、管理人才、创新课程、消费者保护等等。那么海外业务的发展包括国际化金融人才的培训、国际研讨会、国际金融组研训活动跟两岸金融培训活动等等。那金融测验部分，那么包括办理各项金融专业能力的测验，那么内部生等专业证照考试跟校园职场探索等等的这个活动。传播出版计划部分开发出版新的金融商品的新的金融出版品，那么电子书出版品，加强国际交流。那预算编列情况，收入编列5亿2218万8千元，那么支出编列5亿2176万元，收支相抵后或剩余42万8千元。保险安定基金，那么设立是为了保障要保人、被保险人跟受益人的基本权益，来维护金融安定，并且受主管机关委托执行保险业退场机制。主要业务计划包括执行问题保险业的财业务改善跟合并等退场事务。第二个呢，就是建立新预警机制跟规划跟建制。第三个是各项内部作业要点手册的编订跟执行。第四个是参与国内外相关的这个安定基金的相关的活动。预算编列情况，收入编列295亿9940万6千元，那支出编列292亿2643万8千元，收支相抵后或剩余3亿7296万8千元。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设立的目的是要对汽车交通事故的受害人均能够依照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规定获得基本保障及健全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主要业务计划，第一个是办理补偿业务，第二是办理求偿业务，就是没有投保强制车险的这个肇事者。第三个是办理教育宣导以及健全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制度。
那预算编列情况，收入编列5亿3549万元，支出编列5亿4079万7千元。那么收支相抵后，发生短处620万7千元，将以历年的累积的基金余额去弥平。第五个，住宅地震保险基金，那目的是为了承担及分散财产保险业承保之住宅地震保险，并负责管理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建立的危险分散机制。主要业务计划包括办理承保业务，第二个办理理赔业务及理赔教育训练及讲习，第三个办理住宅地震保险公益宣导，第四个是健全住宅地震保险制度。预算编列的情况，收入编列39亿6688万2千元，支出编列35亿6598万9千元，收支相抵后剩余4亿89万3千元。第六个是证券投资人及期货交易人保护中心，它的目的是为了要保障证券投资人及期货交易人的权益及促进证券期货市场的健全发展。那主要业务计划包括受理投资人电话及书面的咨询、申诉及民事争议事件之调处，透过媒体宣导投资人权益，实践股东行动主义，督促上市公司行使归入权公司治理以及办理代表诉讼及诉请法院裁判解任的事宜。第二个是对于证券不法案件进行团体诉讼评估。那第三个是证券期货有关民事争议及团体诉讼相关法律的问题，那么供投资人期货相关的资讯。第四个是确保保护基金的收取完整、保管运用安全及动支与相关业务的执行合法。那预算编列收入编列1亿852万5千元，支出编列1亿852万5千元，收支相抵后无余处。第七个是保险事业发展中心，它的设立是为了促进保险事业健全发展，增进保险人、被保险人及社会大众的共同利益，办理保险精算、统计分析、人才训练及研究发展工作。主要包括第一个是保险专题、财务监理制度及中长程发展的研究跟商品跟出版品的编印。第二个是产寿险调查的统计、建立制度研究、资讯会诊分析、精算分析及商品研究、商品审查作业、资讯系统维护等等。第三个是举办保险专业训练、办理数位学习课程、办理各类的专业证照、签署人员等相关训练。第四个是积极参与国际保险组织的活动，要加强国际合作跟联系，那么强化国际保险资讯的收集。预算编列部分，收入编列2亿6964万元，那么支出编列2亿6964万元，收支相抵后无余处。以上报告敬请主席、各位委员、女士、先生会予支持指教，谢谢。那跟主席报告第二案，我们是报告保险法的修正案。好，本次审议有关第一金管会就行政院函请审议的保险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及大院姚委员、文志等17人拟具保险法第107条条文修正草案，吕委员、玉林等17人拟具保险法第21条条文修正草案，叶委员、金玲等17人拟具保险法第34条条文修正草案，提出专案报告，敬请指教。一、有关行政院函请审议保险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修法目的，本次修法是为了落实引导保险业参与公共及社会福利事业之筹资及健全保险产业之发展。未来本会将在维护保险市场稳定健全发展的前提下，持续推动相关制度的检讨及改革。修正重点，我们在研议过程中曾经听取各界意见，那么对于现阶段已具备成熟推动条件的相关事项，研定相关规范纳入修正草案内容。那么修正要点如下：第一点，加强鼓励保险业投资公共建设与社福产业，放宽保险业资金投资公共及社会福利事业时得担任被投资公司之董事及监察人的规定。第二点，健全保险事业发展，强化智库功能，为了健全保险事业及保障被保险人权益，并落实对保险业经营风险之监理，主管机关得指定机构办理精算统计、费率厘定、保险犯罪防治等业务，并将现行安定基金部分业务改由该指定机构办理。那指定机构办理上开业务之经费由各保险业者提拨，其提拨之比率由主管机关指定定制，另增订保险业者未依限提拨经费或拒绝缴付之罚则。预期效益，那么本修正草案如获通过之后，将有助于提高保险业投入公共建设的意愿，并有利于保险业对所投入事业之经营管理。另外，主管机关指定机构专责办理汇报保险业财业务资料、精算统计、费率厘定等业务，可稳健保险业之经营及强化整体保险产业之发展，
并可使受指定机构之智库功能更臻健全。第二个，有关委员提案之保险法第21条、34条、107条条文修正草案，尽管会非常感谢委员对于保险法关心跟指导，对于委员所提出的议案，本会已审慎研议，仅将本会立场简单说明如下。有关姚委员文志等17人提案修正保险法107条，以未满15岁未成年人为被保险人订立寿险契约，增订被保险人满15岁前死亡之丧葬费用请求权。现行条文是考量未满15岁之未成年人并非家庭经济支柱，且缺乏自我防卫能力，为防范道德危险，允为规范其人寿保险死亡取服于15岁之日起时发生效力，致以未满15岁未成年人为保险人，致其于如其于15岁前死亡，是否应给付不超过遗产及赠与税法第17条有关遗产税丧葬法扣除额之一半之丧葬费用一解。目前仍有部分人士认为精神障碍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为被保险人之丧葬费用请求权额度过高，那目前是新台币61.5万元，有涉道德危险之余，且未满15岁之未成年人除知识发展未臻完全，亦缺乏自我防卫能力。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特要求签约国应等于儿童最佳利益原则，应尽最大可能确保儿童的生存发展，以维护其身心健全成长发展之权益。考量当前社会氛围，并避免不孝人士不当利用商业保险而危害国家未来土壤，本会建议以维持现行条文为宜。第二点，有关吕玉林委员等17人提案修正保险法第21条，增列保险费交付方式有其约定者为例外。保险契约有涉性性质，事故之发生与否或发生时间系于偶然，具有不确定性。倘使保险人与要保人间得以任意约定保险费交费方式，可能形成保险人已承担相关风险却未取得保险费之情形，不符保险业之对价平衡原则，亦可能衍生保险期间已过而保护不愿缴交保险费之情况，将增加保险业对此类保险费之追讨或成本，有失公平性并一生争议，不利我国保险业之稳健经营跟保险市场健全发展。是以魁诸现行立法理由所欲避免之订约双方自行约定时间交付，发生订约而不交付保险费之情形，一旦保险事故发生影响保险业之正常发展等情势，仍有参酌之必要，本会建议维持现行条文为宜。第三，有关叶庆林委员等17人提案修正保险法第34条，增订经法院判决或和解而延迟给付者，应给付延迟利息年利20%。按现行条文规定，保险人可归责于自己之事由，至未在规定期限内给付者，应给付迟延利息10%，已缴民法规定5%及现行储蓄存款利率约低于2%为高，应具惩罚及督促保险业重塑依约给付之效果。而人民之诉讼权，旨在确保人民得依法提起诉讼及受公平审判。倘单方面加重保险业者之赔偿负担，将造成保险业诉讼权益之不平等。另外，在诉讼上或诉讼外和解，可减轻两造的时间及金钱负担，并可有效节省行政及司法资源，未必无益于对消费者之保护。且倘双方进入和解程序，亦应尊重保护与保险业者双方磋商合议之条件及结果。倘以法律强行规定保险业者纵予保护和解，应负担年利率20%之重力，恐使双方和解失其意义，且可能导致保险业者倾向以上诉至最终审级解决相关理赔争议，不利争端之及早解决，亦未必对消费者有益。本会建议以维持现行条文为宜。以上报告，敬请各位委员会予指教支持，并祝各位委员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我们现请财政部张部长来做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好。今天贵委员会审查大院潘维刚委员等16人及林淑芬委员等18人拟具的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法条文修正草案，本人诚邀列席报告，非常荣幸。那在这里也要感谢委员对长期对促产法的关注跟协助。那以下我就这个修正草案提出财政部的一个意见跟说明，进行指教。首先就潘维刚委员等所提的修正案草案的部分，潘委员等16人提的修正草案一共新增4条，删除1条，
修正23条，内容包括了配合行政院组织改造修正主管机关的名称，增列政府厅舍设施为公共建设的类别，增加政府赴会取得公共服务的机制，重大公共建设租税优惠补缴的机制，以及修正民间自行规划申请的制度等。除了第18条民间机构新建公共建设设定地上权的方式，还有第40条之一民间机构享有租税优惠的补缴情形，以及第46条民间自行规划申请参与公共建设的制度以外，其余的条文我们尽表尊重。第二，有关林淑芬委员等人所提的修正案，也是修正案一共有24条，内容包括删除观光油气重大设施等，限缩公共建设的范围，定期检视出餐计划公共服务水准，并上网公告，把国家公园及国家风景特定区排除在民间的参与范围，公有土地应该受土地法25条的规范，删除公共建设的计划未具完全自偿能力者，主办机关投资其建设的一部改为按政府按营运绩效给予补贴，民间机构现已园艺期间办理公开发行新股或公司债，使得排除公司法的限制，民间机构需以新设立者为限等等。其中第4条、14条、18条、27条、30条、31条、35条、41条、46条、48条之一、51条及52条等，一共12条，我们尽表尊重。其余的条文有些因为款次的变更，有些限缩了公共建设的范围，还有限缩了民间机构筹资的弹性，以及增加促善案件办理的不确定性等等，我们认为远宜再酌。以上的报告，敬请各位委员会议 指教跟支持，谢谢。我们现补充介绍本委员会委员吴秉睿委员。我们现开始询答，先做如下的宣告：每位委员8分钟，延长2分钟。我们上午10点截止登记。委员如有预算案等提案，请于11点前送到主席台，便于议事人员整理。现在我们就请登记第一位的许天才委员。谢谢主席，请教黄副主委。好，我们先请黄副主委。委员长，今天审查的这7个财团法人啊，对他们的绩效，金管会的评估怎么样？打几分呢？这7个财团法人，我们认为他都有达成他设立的目标，他们都表现。打几分？对不起。及格吗？我们认为他及格。你认为他及格？是。这个分数打得太高，不该及格给及格，在学校不该毕业给毕业，所以最后国家的这个教育全体腐败。你看哦，这个问题有多大？以这个保险事业发展中心呐、来看的话，光2016年度的预算，它的这个支出看到的业务，都会比103年度的结算比较的结果还退步。你看，像个以这个保险人员训练为例，这很清楚啊。再来，他所负责要去进行研究的这个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这个业务啊，你看现在这个基金啊，这个基金啊开始啊怎么样，如果不调保费就怎么样，你说强制汽车责任，如果不调保费怎么样？那调保费是不是已经太高了？太多的不合理，
那你负责要去进行相关的这些制度政策哦，它的营运有关的这个研究结果，你研究的结果只有什么？只有两度提出了要提高保费，但是相对的那么多问题，健保局哦，它的这个健保的这个支出里面，从强制汽车责任险这边拿的所谓代位球场拿的，那柯妈妈里面一个中心啊，比不上个柯妈妈，比不上个柯妈妈，那么多博硕士一年花那么多经费，比不上一个义务职的柯妈妈。好，那这个汽车责任汽车部分的这个责任准备金啊，是不是也快用光了？没有，还有。还有多少？哪有一个？到今年六月底只剩下1.91亿吧，1.9亿哦，几亿高清几百万哦，准备金即将用罄了，不是吗？不，我们可能要确定一下，我记得数字应该不是这个数字。那还有机车呢？机车肇事率特别高，但是强制这个强制的这个入保的部分，机车的部分不入保的占的比例特别高，尤其以肇事的来讲，都是那些不入保的人在肇事为多，就没有去研究。所以你看你的收费面哦，收入保费逐年下降，但是理赔金额逐年上升，为什么？遇到这个球场的时候，保险公司第一个就先推给这个强制汽车责任险，向联保会先去付吧。这个是来讨价还价，人家明明保险500万，他连150万都拿不出来，结果我们强制险就先付人家200万。你这个证委会是不是图利这个保险公司啊，保险业啊，然后让这个民代，让很多这个社团去努力帮这个帮这个被害人找这个保险公司讨价还价，光这种社会成本多高？你要总体这些研究，然后从结构面、从制度面去努力，然后政策去调整，基本的功夫都没有做，那你这个保，你这个中心在干什么？基本功就是中心长期要研究，随时要努力的，结果弄出来说要提高保费，现在这个低薪化，提高他的生活成本，可行吗？当然不可行，所以你们不敢决定啊。再来，这个你这个责任险啊，哦，也不去推动，太多问题了哈、哦。所以你看哦，弄的结果是不是全部都完蛋？我国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每人死亡的赔偿金额世界最低的，比中国高一点点。然后这个每人死亡赔偿限额跟每人平均的 GDP 来比较，也是世界最低的。难怪死的人他的家属痛不欲生啊，整个家庭被经济被破坏了，都靠那一个人这个做活干活来养家，结果一个车祸。那现在交通部这个运输研究所，他研究出来结果怎么样？现在死亡人数少了，因为汽车的这个设备好了，安全设施好了，所以死亡的人数哦减少了。以肇事率来看，但是受伤的增加了。结果每年的这个估计啊，因为车祸造成的 GDP 的损失啊，
4000亿以上还逐年在提高，以每年10%的速度在增加，这社会无谓的耗损啊，生命财产、经济全部被破坏。我时间那么快，我要讲的问题还不到十分之一，所以金管会整个都在睡觉嘛，连这个没有保险的也计划不出来，没有入保的也计划不出来。监理所在干什么？跟交通部没有合作。我当台南市的时候，我说把监理单位收为地方政府，自己在努力，自己这个辖区里面多少车子情况怎么样，清楚得很。现在大数据，谁在发生车祸特别多？你看骑摩托车，年轻的，没有执照的，都是低着头在乱骑啊，乱冲啊，红灯照冲啊。酒驾呢？你会发现酒驾有问题啊，结果汽车对酒驾的保险提高了，但对机车呢？机车酒驾很多啊，还有超速呢，所以我都没有在管理啊，非常不公平，使用者付费，这个使用者付费非常不公平，吃定这个90%几的善良的一般百姓、一般民众。那10%的高所得的高风险的，不见得高所得就高风险了，但是你对高所得的放过了，你对高风险的也放过了，这个怎么是保险呢？所以你看我们的保险怎么样，渗透率世界第一，普及率世界第一，投保率世界第一，但是理赔率世界最低，不赖啊。结果保险公司一家一家在关啊，关了好几家了，他现在钱没有去路，你帮他到中国去投资搞去路，你现在搞这个 PPP 帮他搞去路，他说我总出钱当孩子，所以他要懂件事，他也要自己规划，那政府就外包啦， PPP 也不要啦，整个政府都外包啦，太多问题啊。还有呢，你看研发我上次提过了，零啊，几乎零啊，那个不要，那个闹笑话的不要再提了。再来，你的金融研信，金融研信也是问题。博硕是最多的，都是顶尖的，都是部长的储备人才，中央银行的总裁的储备人才，但是搞成这样子，连这个银行家杂志都经营失败，定位的越少，这个什么玩的太离谱了吧？这银行业大家多重视，想投入银行业的人要了解银行业的状况。多需要，但是你这个一张家杂志内容怎么样？我从来没有看过，太多太多，好，哎，这个，来，哎，剩下主席给我一分钟，两件这个消费者保护。第一个，你听一下哈，是，华南银行，我点名。一个债务人欠他的钱，他的这个哥哥帮他当保证，连带保证人。好，现在呆账那边。现在他这一个债务人要发展事业，要开 LC， 结果去找他的爸爸来当保证，结果信用状没有开出去。但是呢，他爸爸的财产一放进去，马上被查封。来，你说这是什么道理啊？人家是为了开信用状，去这个提供由他父亲提供抵押，但是原来的那一些债务的债务人没有错，但是连带保证人是他哥哥，他们都分家了，都。结果他爸爸说：“你要做事业，所以我支持你啊。”结果财产被查封了，那信用状没开出来，生意没做成了，这可以吗？这就是华南银行，财政部长听一听，比钱庄还钱庄，比当铺还当铺，法律上通哦，你欠我追你债务人嘛，你所有的这个连带保证我抓到的话通了要嘛，结果是后来的不同目的的不同案件这个案件的。这可以吗？
那资金的不对称啊。现在这个每人的身份证，哦，被统一归户，那征信哦，只有资料的一清二楚啊。但是个人呢没有资料，不晓得你们银行是这样搞的。再来，你说保险业畸形发展，什么叫畸形啊？求量，那内部管理呢？等等，哦，利差损那么严重，太多太多。接下来我讲一个例，主席，我这两个这服务完全是全国人民的。这个保险经济中介保险公司怎么吃下线的？怎么吃的？人家一生哦，从二十几岁努力到四五十岁，累积二三十年的经验，他的人脉、他的业绩、他的信用，广布社会。结果他来了，哦，你每一年绩效奖金要领太多了，马上来找一个理由把他干掉，停止合约。一个平均一个人啊，我那边接受了几个成年案件，平均一个都被吃掉两百多万啊，一下子七八个通通被解约掉，拿去打官司，他怎么会赢呢？他随便找那个缺点。所以兔死果烹哦，兔还没死啊，果就先烹了。为什么？吃上线吃下线，保险公司吃经纪公司，经纪公司在吃，在做建立平台，然后吃下线，一刷下线再吃线下线，所以鲸鱼吃虾米，虾吃土，现在连土都没办法吃。所以你保险业怎么发展呢？你今天保险业不从它的结构，从它的体制前面去检讨，好好的大家坐下来努力进行全面的改革，你现在那边头痛一头脚痛一脚，那边这个他要立，他没有无利可图的时候他不来，你为了引诱他来，结果开放利给他。像今天董监事要开了，董监事席次要开了，可以吗？但他不，董监事席次不开给他，他说我盲目的投资，我拿钱去当去给人家用，人家怎么做主的我不晓得。他问题是在那一个福利事业好，那一个公共建设的事业好，它的本身的体制是不是公开透明健全？如果它公开透明健全，哦，谁去拿钱进去都不会当凯子。他现在自己像当庄啊，我不当凯子，但是要进去做庄，可以吗？就是这个道理嘛。好，时间关系啦，这给他五神哦，大三一下，真的太离谱了啦。哦，你们对他们的好的人才都没有鼓励作用哎。这整个烂啊，那福利，你如果该给福利的叫修改规定，你规定没有改，你就不能偷偷摸摸去拿福利，结果让他们被污名化，一样做事，福利不同，但是因的规定不同，规定不同让他们违法，他们的违规，这可以吗？这样我们立法委员怎么办呢？就让你也不要守法，也不要守规定的，但是呢，讲人情，以法不符，不讲人情，哦，这个你这点小钱，一两百万。一个机构一两百万也要跟他删，这可以吗？乱七八糟嘛！谢谢委员。我们现在请吴秉睿委员。主席，麻烦请财政部张部长。好，我们请张部长。哎，吴委员早。早，今天报纸的头条，发表这个是您的个人意见呢，还是行政院的政策？委员，这不是新闻，是上个礼拜那个薛林委员当招委，他的提案审议我这边打选的。是。我说这个案子立法委员提案45案，目前没有办法一案一案审，要整体考量。另外我说税基。扣除我税基侵蚀了62%了，那应该与时俱进的来检讨。当然，昨天路跑很多媒体朋友就问我，那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我说至少要与时俱进啦。像现在人口变迁、少子化、高龄化、技职教育这些项目可以考虑。结果今天媒体帮你整理成对于长照、对于学前、对于技职，我部长是我是这样讲的哈，这个分成几个面了。是，这个早就该检讨，是，所以检讨的方向我们是赞成，是，但是这个检讨是一个大工程，没有错，这个影响很大，是，这个影响到整个政府施政的方向，是，跟他所要达成的目标，是，
是。所以我本来以为说，如果这个是行政院有这样的方向，不是，还是上个礼拜的答选。好，那如果不是的话，就很可惜。是。很可惜的原因在哪里？因为这个可能就是老掉牙了啦。政务官在政策还没有形成之前，你可以讲说我们有在这个研究，是，但是可能媒体帮你报道的是好像你即将要推出这样的政策，甚至有进一步的讲说，哎、欸、啊，这个是马上要选举的，是不是在刻意释放利多？可惜了，没有，对，没有讲清楚了哈。是，我是个人是认为，我个人是这样跟你分享了，这个该检讨，但是这个必须是行政院全面性针对哪一些。该这个可以减税的要削减，譬如讲说很多的有钱人他做了一些捐赠，做了一些财产法人捐赠等等这一方面的，就有钱人他反而可以抵很多税，但是一般的受薪阶级税抵的少，你往这方面来检讨我是赞成的，让这个富有的人多负担一点社会责任，让我们的受薪阶级不要承受这么大的压力。那但是至于要去扣给的到底是长照呢、学前呢、技职呢，当然不会是只有这三样，这个要变成要全面性的检讨。我只举个说明而已。可能这个是要跨部会行政院来做这一方面的处理的话，假设你设定的税基你最多的扣给就是 62%， 是，那你愿意让有钱人啊多缴一点税，然后让受薪阶级少付出一些，这个方向我只讲方向，我们是支持，是方向，我认为这样的方向是对的。谢谢。但是这个检讨必须是全面性，而不是急发性的。我想到哪里，就只有这几样啊。如果委员也不是啦，我想行政院要做决策，也要财政部先有完整的研究才能做决策，所以财政部要先做研究。是，那但是问题是，财政部在这个研究的时候，它困难在哪里？因为你财政部原来局限的大概都是在财税方面的，那你对于哪一些政府施政的重点？觉得应该给予帮助，我觉得对技职教育，假设对技职教育的这个学费可以减免，我是赞成啊。我是光这一项，当然要全面性检讨。是是。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台湾好像大家都去挤那个大学嘛，技职教育现在很多人认为这一块应该要再提振。那这个去念技职教育的有很多是这个薪水收入比较低的家庭的朋友，如果这一方面能够得到减税的这个是。这个好处我想应该很多人会支持，这是院里的政策了，推动技职教育啊。对，好，对，那就是这句话，既然要推动技职教育，就是要配合的这些配套。是，那你做的这些的财税减免，假设你要做的话，那这是好事。是，但是问题是政府的施政部门很多啦。是，这是我的意思是说，这是一个大题目啦，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没有错。要做的话要请行政院跟各部会做一个全面性的检讨。会会，但是现在时机也不太好了。是，因为任期即将结束，再来讲1月16到2月1号又遇到了宪法上面的问题。这当然宪法问题是老生常谈，要不要内阁总辞啊？是。那这些部会首长会不会在留在这边呢、啊？因为你知道2月1号立法院就改组嘛。是。那这个会不会有影响？这个都是实际上面也并不是在这个时机也不是好。但是您丢出这个讨论哦，我认为这个如果只是一个讨论，很好啊。我们台湾的确要政府机关要对你自己的施政如何负责任的话，哪一方面是要希望民间往这个位渊趋于嘛？是，你要往这个政策的方向走的话，你这在这个方面给予税的利多，但是同时又不减损税基。你有提到哦，就是62，这是不能动的。是，没错。对多有钱人多缴一点税来负担社会责任，对于受薪阶级跟中下阶层的能够减一点税，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啦。好，谢谢。所以在这里，谢谢。好，我们先做研究，对。好，请你回座。好，谢谢。再来请我们黄天牧黄副主委。我们请黄副主委。委员长，黄副主委是。今天你们曾主委没有来，是请假了哈。是。但是会不会是因为他现在已经是立法委员候选人了？立法委员候选人跟立法委员候选人之间这样对话，我现在问的是职务的问题。当然你可能不适合回答、啊、但是这是中华民国立法院，我不知道是不是第一招啊，部会首长还在任，结果现在是参选不分区立委，然后立法院开会，今天他如果没有请假列席的就是他、欸、报告委员，因为他这个
这个亚洲杯的布局是很早就在做规划的，所以应该不。我不是谈布局，我谈的是职务上面。是，你觉得这样子正常吗？适当吗？我不是政务官，我可能不太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好，既然你这样讲的话，我也不为难你了哈。我只是提醒媒体各界，今天这样子的场面，啊，这样的职务，大家觉得这样子适当吗？好，也许你现在要参选，假设要参选立法委员，啊，已经登记了，因为我们上个礼拜都完成登记了。然后你现在又在主管部会的政策，这个对于虽然我们宪法是规定立法委员不得兼任官吏，只现任的立委，但是他宪法这样设计有他的目的。宪法的设计就是在台湾，因为不是内阁制国家，他在中华民国宪法里面，立法委员跟行政官员部会首长是要分流，跟政务官是要分流的。可是虽然曾志伟现在还不是，但是他已经被提名在参选，剩下一个多月在选举，他现在是准立法委员啊，他这样到底适不适合更进一步了哈？是，我是把这个问题凸显出来而已，也不需要你回答。谢谢委员。第二个问题就是，在我这一任的立委的期内，责任期内哈，我对于你们的金融消费者评议中心，我一直很有意见的。我的意见在于，他不能够保障弱势，因为。我受理的这个处理的服务案件呢，无论是在卡债的，无论是在联动债的，无论是在 TRF 的，无论是在保险的，几乎让我看到金融中心的评议啊，基本上都是站在财团那一边的比较多。很可能他站在当事人那一边的，因为也不会来我这边陈情了，所以我没有看到。但是来我这边陈情的那个金融消费评议的那个内容啊，以我当一个法官的来看角度来看，不忍卒读。所以我以前曾经跟曾志伟提过，他的财产的，他这个金融消费评议中心，他这个预算金额财产的来源是从哪里来？相关的业者的捐助。所以相关的业者的捐助会不会让人家怀疑说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软啊？因为相关的业者就是这些大的保险公司、大的金融机构、大的财团，由他们来捐助，其实这个费用不多嘛，一年的预算才1亿多。如果我们行政机关希望让它能够保障弱势，这个机关设立的目的原来是要保障弱势啊。如果是只是要去替这些大财团大公司维持的话，不缺这一个评议中心啊。因为法律上面的、资讯上面的、社会地位上面的强势，都是这一些大型的公司啊。消费者相对起来是非常的弱势。所以当初设立这个机构的目的是为了要保障弱势。那如果你评议的结果常常让人觉得说你根本就没有站在弱势那一边，那你要拿财团的钱要来设立机构要来保障弱势，这个这里面在都有结构的逻辑上面的矛盾跟结构上面事实上可不可能，然后你又评议委员会又用委员会的制度让评议的人就躲在委员会后面，其实委员会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制度啊，因为到底最后是谁决定的？那就推给委员会啊。我们这个我们只是管行政啊，委员会我们不能管，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哦。是，我希望当然我们第八届立委即将要届满了哈，啊第九届我们再见面的机会也很可能很大，这个方面是不是要做一个整体的思考？是不是明年的预算最好？这一个方面的法律该修正的修正，如果1亿多的预算，政府部门来支持 ，OK 啊？是，鲍委员，我想您关心弱势，我们非常尊敬。但是我想，消费者评议中心还是有一些功能。那也许我们有说跟委员没有告清楚的地方，我们是不是再跟您说清楚？但是需要改革的地方，我们绝对会照委员的意思去改革。好，希望大家加油哈！谢谢，谢谢委员，谢谢。我们现在请赖世宝委员。主席，各位先进，请一下部长。我们请张部长。赖院长，赖部长你好。我看今天你的新闻很大，消息很大了哈。这个你是要推动减税吗？还是说你要税制重新的迈向分配正义？我做球给你，你好好打。应该说扣除项目要与时俱进，重新检讨。
该容纳进来的要容纳进来，该检讨的要检讨，大概就是这样。也就是说，对，我能不能这样讲？一般的劳动阶级或者中产阶级，他的扣除额相关的扣除额相关的费用，比如你讲的学前教育，包括长照，包括高职教育等等的，这些比较属于这一面的会提高，提高他 tax saving。目前他们没有项目，所以没有项目，所以要把它纳进来，进来都哎要好纳进来，然后有些要把它降低，是，比如说利息的扣除额，报告委员还没到这么具体，还没到这么具体。对，我们只是说像人口结构的改变，目前政府的政策要推动计值交易，这些他们都不能适用，是不公平的。那有个很重要的观点，它是减税吗？应该哈，至少现在啊，税基不能再侵蚀了。目前整个综合所得62%，62%在就在62%范围内来的调整了。就是换一句话说，你的税不会减少，是，对吧？税基也不能侵蚀，税基不能侵蚀，这点要讲清楚哦。是，要根据财办法38条之1，任何的减税要交代来源呐、啊。你现在没有来源，不能讲说我过去的税收增加了，应该在目前哈3兆以内啊，目前被减除的是3兆，扣除额对，免税额扣除额大概3兆，在3兆范围内来重新检讨。所以等变成是，所以各位不要弄错，它不是减税，你要对外讲清楚，调整项目，它是调整项目，但是我的隐约有感觉到有这样子的味道，那个味道就是增加新的项目，但是呢，你就等于说会。我们叫 tax saving， 你说减多少？可能有人要问呢、啊，说那我的小孩子学前教育，你给他纳进来，对不对？这个要减多少？其实啊，也很简单，很简单。比如说10000，那就看你税率嘛。税率是20%的话，那他就减2000嘛。我这样讲对吧？如果有项目的话，好。对嘛？如果有项目啦，我说如果有项目嘛。如果项目，我们再定一个额度，对不对？我们叫 tax saving 嘛。对。这叫节税嘛，这这么简单。对，我看这个有些媒体在问说，哇，老百姓很想知道我他可以减多少，很简单，自己算。就是你那一个项目，比如说你的学前教育付2万，你的税率是多少？税率是13%，那么你就是减2600块，就跟他那样。算法你要算自己算，回家自己算。鲍委员，这个需要更深入的研究了，好不好？不就是。就说哪些项目，第一个哪些项目需要进来的啊？哪些项目需要检讨的？第二个，你刚才已经讲了，学前教育不是可以进来吗？没有错，那个对吧？那我就讲，就是你的，比如说你的托幼、托婴这些钱，只要经过一定的过程就可以进来了嘛。只是说委员讲到很具体，什么20%，那个都还早。那是我举例啊。是是是。那是我，那不是你讲，是我讲。是是是。不要紧张哎。因为不讲会变成我默认了。现在是20%还是21%？啊？现在的税率的集聚是20%还是21%？税率集聚啊？集聚啊！你不原来13吗？原来是五，最低是5%嘛？加过来嘞？然后12%，20%、30%、40%嘛？对嘛？对，就看你的税率多少，那是我讲的嘛？你不要默认了，这个我是有人这样子问我，是我说给这个答案很简单，是假如。学前教育经过一定的程序，假如要把它放进来的话，那你托婴托幼负担的钱，一年总共，比如说我付了5万，那我的税率，我原来税率20%嘛，那我就减少1万嘛，这个是，我这样讲对吧？我想项目先进来了，那至于那个比例哈，我们再来测算看看说三兆以内。Okay.你鸡同鸭讲啊，你鸡同鸭讲，税率进来，我的二十不是假设有二十，不是，是我的税率本来就交20%，我的综合所得税，我就是交20%的，是，对不对？如果这个项目可以让我扣的话，我这个项目5万块，一年负担5万，那我就是减，我就是 tax saving 叫节税节了1万，对吧？但是对政府的税收不会减少，哎，对，不要减少哦，税基不能再侵蚀了，不能减少哦，对对对。就是在现在哈，大概占62%了，大约就在62%。所以各位要听清楚哦，有的媒体下标下减税，这是不对的哦，是里面有些减税，有些叫减税。
就加税了，对不对？比如说如果你提的那个利息扣除额那一部分，如果是那个本来可以扣的减少了，他就多交了，对不对？就是换句话说，你在税基不变的里面你去调整了，所以认真讲它不叫减税，叫税改了，我这样对吧？没有错啦，委员，不是说个别项目金额的调整了，而是这些项目进来以后，如果你有可以，但是你不能超过所得总额的一定的比例，但是整体来讲不能超过62%，就全体的税基损失啊。那个人来讲不能超过所得一定的比例，但是项目有的你就进来，没有的就不要。然后呢，这些项目之间我们再来检讨，初步构想是这样的，对。也就是说，一个假设前提，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你的税 total 的税不能因为这个做法而减税，减税，所以最后的结果没有减税之实，没有，没有，只是没有减税之实，但是会调整，但是钱从什么地方来，很简单嘛，就是这个你不能够去否认，就是一定这个地方减，那个地方加嘛，别的地方会加到嘛，对吧？我这样讲对吧？这样啦，这一条哈也是。多年没改了啦，而且时代变迁很快，主要是人口结构的变迁，那经济结构的变迁，所以现在要推动技职教育啊，所以这个另外有长照，所以这个各位也都要了解说，所有的政策都是与时俱进的，是啊，17条之4啊，如果翻一翻过去，对，几年来的财政部长看到17条之4都恨之入骨啊，对，因为太多的立委提案。钱这个钱那个都很有道理，是买这个促进文化产业啊，对，对不对？鼓励人家去看这些什么表演啊，这个能不能减税，对不对？这个托婴托幼要不要减税，长照要不要减税，人口结构改变啊都要啊，对不对？然后这个技职教育要不要减税，空大要不要减税等等的，这些都很有道理啊，但是历任的财政部长碰到这一条都吵闹。我记得你讲的还是李树德讲的，我记得是你讲的，你说这个已经减够多了，旁边我已经调高扣除额了，所以就不要再修17条之4了嘛。你讲过这句话，是，对吧？是。啊，怎么现在要调呢？不是现在调，而是上个礼拜有委员提案嘛，我说这个要整体讨论了啦。那容我在最后一个会期，我们提出研究案，不一定是立法案啦啊。所以现在还没定案呢。我们已经要开始研究了，赋税署我也指示赋税署开始研究。101的董座是不是要找到人？还没有决定。心里有人选呢？心里的人选不在我心里。这听无呢？我咧今天就选呢。不是。心里的人选不在我心里，什么意思啊？这光给白话。在长官的心里，对，不在我心里。你是长官呢？不是不是，我的长官，在我长官的心里。哦，所以你已经提个名单了，可是你不知道长官点不点头。是是是。好、哦，对嘛，百万公安抢到屋啦、啊。说你已经报上去了，可是长官不知道点不点头啊呢？是这样意思。长官决定了，对。你应该决定吧？好，我们请一下那个金管会的长官了吧。我们请黄副主委。委员长，哎，副主委长，是，你们确定要让来台观光的陆客买台股吗？报委员目前还在研究，跟其他部会沟通中。什么时候可以确定？要看沟通有共识之后。你讲的相关部会是陆委会？经济部、央行这三个单位。他们的初步反应怎么样？大概还有一些细节要再去。但大方向是乐见其成吧。不过主委对外也说，这个要社会要有一些共识，因为毕竟是大陆的民众来台湾买台湾的股票。你要不要这个细节讲一点？这个对台湾 plus 是哪里 ，minus 是哪里？要不要讲一下？基本上它增加我们股市的这个需求，增加一些动能。那、当然，大家对大陆人士来台湾买股的一些规定，我们还是有的。像现在的一些规定，有些类股是不能买的，有些类股是有比例限制的，那这些人进来买其实都有一个编号，所以他买什么买多少其实我们都能够管控。会不会担心他来多来几次把整个一个公司就买了一定的比例啊干什么的通通被买走了，有没有这样的顾虑？不会，因为我们已经到现在外资进来我们就有一些相关的规定，就照那个规定去做就可以了，所以不会有
有一些逢中必反的说这个银子来的都不要，因为他可能把台湾整个买走。我们本来就对现行的上市会公司的性质就按有一些比例跟一些限制，那这些还会继续用。换句话说，你们怎么开放都不会有公司被买走的风险，这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原则之一。好，是，谢谢。谢谢我们先请林德福委员。主席，还有张部长与会，各位同仁、各位官员哈，这个是不是请张部长？我们请张部长。林文早。张部长早，张部长，我想哦，您在卸任前下个会期打算推动，综合所得税扣除额，这个减除项目扩大方案，哦，那当然外界啊有不同的看法，哦，那本席要请教，这些不合理的扣除额项目，财政部是现在才发现吗？不是。而是因为过去有的时候是推动大案也无心顾及，无心顾及，对，就是以大案为主。对，那你认为下会期你能够主导这些方案吗？我先做研究，然后让不能主导就让后人主导。还是你希望继续待在看守内阁？不一定，就是说在一天就是赚一天钟，就是这样。因为哦，对这个。大家在看守内阁，当然对这个方案来负责，不一定，不一定。对，部长，减税对户人以外的民众当然是好事，哦。不过本席不希望这是空话，是，哦，因为如果又是狼来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啊，恐怕又要再打折。你认为呢？不会空话，是研究案嘛。研究案以后，但自己能不能推动立法，当然看后任的部长跟后面的立法委员。你认为这个方案提出来后，这个要陈如你刚刚讲怎么去贯彻，谁来贯彻？你认为下届的立法委员都会支持吗？看社会啦，因为这个社会有需要，尤其是人口结构的转变哈，像高龄化、少子化这个趋势，大家都体认得很清楚。另外，技职教育的推动也各界都体认到了，经济要生根，竞争力要提升，一定要技职教育，像这些都有需要。那个部长，如果看守内阁或下任政府无力实施，那你认为怎么办？其实任何人都有力实施了，如果民众有需要，是人民的需求，就会有力实施。那个部长，是因为在民进党时代，您也担任过户税署的署长，哦，财政部的常务次长，那请问这个方案会不会成为你和下任政府啊，这个来了一个双重的保险，会不会？我不懂保险，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因为你这样要推，哦，所以说啊，造成说下任政府一定会继续用你。保住你的官位，会不会？哦，不会，我不会再留下来了。不会再留下来。这个可以百分之百保证的，一定离开。一定离开。最晚520，最早521号。这样哈。对。好，谢谢。要说清楚，讲明白。一定讲，一定离开。你说11月出口没有改善，前三周表现都不好，呈双位数的衰退。那请问你认为是不是国际恐攻影响台湾出口？那是多少会有一点影响，事实上影响到观光了，还是有其他的因素？你认为当然因素会持续多久？这个难讲，因为看美俄两国的反应，如果反应很激烈哈，那我们就很难讲。你看苏俄已经对土耳其特别经济制裁了，所以啊，接着后续的反应看美国看北约，所以这个东西很难预料的了。因为哦，恐攻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那台湾当然这个出口，你认为我们要怎么救？怎么救出口？我们救就是救我们的竞争力。我老实讲，就是我们自己哈，把自己的竞争力提升起来，我们的核心技术建立起来，人才吸引进来，像这些哈，有核心竞争力就不怕这些了。那个部长，因为根据主计总处所统计的，以及国发会
这个的说法，说景气已经落底。那请问你认为出口是不是一定有会有好转的迹象？出口老实讲，因为外在的因素太多，不是我们能掌控的。我们能掌控的就是我们自己的产品有没有在国际上有没有竞争力。像张忠谋先生讲的，不怕这些什么国际的什么红色供应链，只怕自己没有。郭台铭先生也有这样讲，所以有竞争力的产品不怕这些外在的影响，因为外国有总是有需求嘛。那个部长是，因为哈这个可能是微型反转还是起伏不定，如果升息、恐攻、不确定因素都消失，你认为台湾出口成长面会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不是你刚刚讲的红色供应链？红色供应链多少会有影响。那如果是的话，台湾你认为我们要如何去突破？对，突破有两个嘛，一个是产品的本身的竞争力，第二个就是出口的地区要再分散、再扩大。部长是。根据你说，根据主计总处最新的预估，今年呢、啊，全年经济成长率是1.06%，那可见保一是没有问题，而且主计总处说数字是客观的数字，不是造假的数字，大家都不相信呐、啊。因为，请问那个主计总处的数字如果是客观，为什么一直调降？啊，你认为今年的 GDP 是不是完全没有调升的机会？主计总处的计算是根据客观的数字，但是未来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因此呢，它没有这个，因为这个数字是预测，预测总是充满了不确定性，没有办法准确的。部长，因为今年主计总处啊，估计全年一定是3%以上哦，这是因为国际油价下跌啊，每桶50美元呐、啊，哦，那这个台湾整体经济也其实也可以享受更多的好处啊。不仅生产成本可以降低，而且一些这个提高产业附加价值，更可推升啊 GDP 的成长率与经济的规模。那请问，从年初到年底，每桶原油啊跌到40出头啊，40元出头，为什么台湾的 GDP 没有成长，反而下降？哦，这是什么道理？因为我国的出口占了 GDP 的70%，而出口里面化学产品跟矿产品就是油占了一定的比例，所以油价下跌，这些出口的价格就下跌。所以说，因为这样子才造成说，对，就影响到我们的出口的贡献。对。那这些让 GDP 预测调涨和调降的理由，是不是其实我认为很牵强？如果是要综合各项因素预测，你认为要怎么样才能够有正确的数字？预测的啊，报告委员，预测要正确，永远都存在的不确定性，都很难。那要是说预测不确定了，那数字就变成心理的建设的喊话，但是完全不具参考价值。但是如果没有预测，什么都没有。所以哈，国际机构也都在预测，而且国际的机构的预测数字也不断的在调整。这个本席认为，要是说都是预测，那这个预测就是像心理建设喊话一样，那不如不要说，以免让民众对政府的信心啊，从坚信变成狼来了。请问你认为台股这个成交量低迷，会不会是因为政府预测不明，让民众判断错误赔钱，所以说最后干脆我就不投资了，会不会这个样子？其实这些股民自己要不要买，要不要投资，他自己心里都有一把尺了。那这些预测啊，事实上，每一个股民，当然资讯有不对称的问题啊，但是股民要投资，他就要做功课啊。因为哦，那个部长早期啊，鼓励民众买股票要长期投资持有，是因为有机会获利。但现在政府怕民众不买股，却反向的鼓励来当冲，来增加他的成交量。那请问这样，这个难道不会让股市变成天天这个对赌、扑克说话的这些赌场，会不会？当冲是金管会的政策啊，我就不予置评了，好不好？那个，我们请那个副主委啊，就是有关保险的黄副主委。哎，委员早，早。媒体报道说，保险业投资，那个部长你请回来了，投资台股比例只有5%，如果剩下5%的投入台股，就可以多出8500亿的资金活水。
哦，来刺激台股量能，哦，那请问保险业为什么不愿意全额的投入台股？报委员，因为保险资金的运用基本上是以固定收益为主，当然它有适当的比例可以放到台股股票上面，所以这是保险资金运用配置的一个政策。那是不是保险业也和散户一样对台股没有信心，认为股市比较难获利？报委员，保险业是机构投资人，他们对台股是有信心的，只是因为在资金运用的配置上要跟资金运用的性质相配。那个寿险业工会上个月提出说，资本市足率 RBC 的建议案，增加这个逆景气循环机制。那主委当时初步也赞成来增加逆景气的循环这个方案，希望借此寿险业资金不会在台股追高杀低，可以成为股市稳定的投资力量。那请问金管会不同意这个建议案的理由是什么？鲍委员，我们现在的半年的这个平均制已经有抗景气循环的这个机制了，所以但是业者的意见我们还在研究中，我们会很重视业者的关系。是不是金管会认为寿险资金无法成为稳定股市的力量？我想寿险资金的运用以他自己本身资金配置为目的，我想我们鼓励大家都来投资股市，但是以他们自己本身的策略为主。现在金管会还是希望鼓励保险业这个投入台股，但是工会理事长许书伯表示，如果金管会愿意放行数千亿的资金活水，才有机会注入台股。那请问寿险工会的建议案变成保险资金要不要投入台股的这个筹码？那金管会愿意接受考虑吗？报告委员，我们会参酌业者的意见，但是整个资金的运用、金融的稳定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是不愿意接受，是这个通过这个建议案对寿险业是不是有百利而无一害？我们会把业者的意见再去做斟酌，是这样哈？是，好，谢谢，谢谢委员，谢谢。我们现在请卢秀燕委员。主席，请张部长跟黄副主委。请张部长还有黄副主委。卢院长。委员长。两位长。部长，再过一个月就要过新年了哈，每年的101烟火可以吸引百万的民众去参加，那再过一个月呢，大家要去参加。那这几天呢，因为这个 ISIS 把台湾列为恐怖攻击的对象，那之前也曾经在网络上传过，就是说有这个火烧101被攻击的这个图片出现，大概在半年前哈。那所以这两天啊，很多网友在热议，也有很多的民众在讨论，到底今年101的烟火大家要不要去参加，安不安全。所以部长，有关于101烟火的安全工作，你们是不是能够100%保证？鲍委员，现在101的部分，每天加强巡逻的班次，当然我们海关也在加强把关，对进口物资的检查。另外，我向国安单位、警察单位都有在加强。这个不只是101的安全问题，是国家的安全问题。那因为101是百万人在那个地方嘛，所以百万人的安全是国家大事啊，非常重要。所以有办法100%保证吗？我相信大家努力一定没有问题了，我们还是要照放了。是，所以烟火还是会照放，是就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变更。那第二个，你们也会保证安全就是了，大家可以放心前往。是，我想这个应该我们也会请检调单位来负责帮忙了。对，好，那刚才你的答询里面非常有意思啊，因为你之前报给院长101的这个董事长是一男一女报上去，那你说这个人选啊在你心中，但不是在你的选择之中。那这两天又传出来说，有人另外自荐或者是他荐向院长来角逐这个位置。所以换句话说，现在出来的人选可能不是你报的这两个人哦，可能是另外有人在角逐，或者院长另有人选。您的意思是这样子吗？不是，而是说长官还没有指示，说明确是谁，没有。但是在你这个两个人选之外，也有人向这个行政院长推荐，是事实吧？老实讲，那部分我不会知道。
对，那所以现在人选不会只不是只有你这两个，是好，不过这个礼拜就会知道嘛哈。应该差不多最后期限了，因为九号就要改选了。好，那另外哈，我要请教黄副主委哈，因为今天的股市大跌啊，到我刚才上台前跌了121点啊，那上周的成交量也创下今年的第二低，成交量只有600多亿，那所以呢，大家对于台湾的股市啊，正所税的法案已经修正过了，可是呢，到现在为止，股市是每况愈下啊，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鲍委员，今天的股市有这样一个波动，我们初步看，因为上周五大陆股市是大跌的，那么今天因为 MSCI 它调整它的这个全值的部位，所以这个部分也会可能有一点影响。但是我想曾主委特别强调过，我们上市公司第三季的获利是1兆05千亿，差不多1兆05千亿左右，大概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1%，所以其实我们的上市公司的体质还是不错的，所以我们对资本市场还是有信心。可是你从几个现象看起来，第一个上周的成交量创新低啊，只有600多亿，第二个今天一开盘又跌了100多个点，到现在还跌不休，第三个啊，外资不断的在放空啊，放空却创高峰，那所以是不是表示大家不管是国内外，大家对于台湾的股市没有信心？我想上礼拜因为是感恩节假期，所以有很多投资机构可能也比较出场，但是我觉得股市要看中长期，那这一两天的事情我想证交所柜买都会严格监视，我还是跟委员报告基本面台股是非常好的，谢谢。是这个张部长，这个黄副主委这样的喊话显然没有用啊哈，那现在国安基金还持续在里面吗？那当然吴次长今天还在作证吗？没有错，还坐在里面。是好是，那我们没有办法不去铺路说，这5000亿资金里面你们现在进去到底多少，但是为了让股市投资人安心有信心，你可不可以提到，就是说如果今天之前进去我听说并不多了哈，并不多，可能没有超过500亿，那会不会再加码，就在这5000亿里面再加码进去，这个股市稍微护一下盘呢，加码护盘一下。报告委员，国安基金的主要的目的哈，在维持股市的秩序哈，跟安定股民的信心。那如果有失序之疑，我想吴次长一定会加码。现在是属于失序之疑的时候吗？我想由他来判断好了，因为他现在是专业操盘人，他是执行秘书，我也没有指导他要买什么，要不要进场，我完全没有。对，可是如果政府官员讲话，像那个黄副主委，他刚才不断在信心谎话，只是没什么用了，因为你才有子弹嘛，你才有银弹嘛，所以你的讲话很重要。如果你现在表示说，没有，就你也不管，然后也不护盘，然后大家觉得那就这样继续喋喋不休喽。不是，我的意思说，吴次长他是执行秘书，他有他的专业判断，在国安基金这个角度里面哈，我是委员呐，他是执行秘书。那你对他的专业判断有信心吗？你觉得他今天会好好做吗？非常有信心。今天会好好的处理吗？我不讲今天了，但是我对他的专业很有信心。好，谢谢。那另外黄副主委，因为现在台湾的资金动能不够，外资不断放空，台湾的股市的投资人也不愿意加码，也不愿意买，所以听说我们这个金管会考虑到开放脑筋动到这个大陆的大妈啊，包括这些大陆的这些自然人啊，来台湾投资股市。那你们现在作业的情形怎么样？或者它的时程？是，那目前初步有一个方案也在跟各部会沟通中，那如果有共识，那当然最后看主委最后的决定。所以方向是确定的，要开放大陆大妈来台湾买股市。大陆人士了，大陆人士啊，大陆的大叔大伯大妈阿姨哥哥姐姐妹妹都自然人都可以来台湾买，在有规范的情况下。那你们有金额上限吗？因为如果他的资金大举进入也是一种恐攻啊，他如果一次来个几十兆，那不吓死人，对他来讲小 case， 对我们来讲会动摇我们的这个股市的基础啊。所以你们有没有一个金额的上限？譬如说就像陆客观光，你有一个上限的总金额？这个部分是有的啊，是有的。大概多少呢？在现行的这个 QD 的这个额度之内。那当然如果说是
外币计价的投信跟期信基金的话，也是差不多是5亿美元左右。好，谢谢你具体的答复，在 QD 范围之内5亿美元左右。那时程呢？我跟委员报告，这个时程还是要跟各部会去协商。年底前可能吗？或者明年一开始？这个要有共识，社会也有这个共识之后。如果有共识，就有可能。对，我想最后是曾主委他最后的决定。我想如果有共识，就有可能年底。是不是年底？我想要看最后的协调的结果。哦，这个是由主委做最后的决定。是，张部长，上个礼拜其实我们已经讨论过有关于这个综合所得税的扣除额嘛啊。那其实我们谈的一个方向是说，在现有的扣除的额度之下，3亿多元里面去调整项目。因为现在的项目是死的嘛，那大家没办法选择，有人受惠，有人没受惠，在总额度，扣除额的总额度之下，政府的一个税损的情况之下去做，对不对？您的意思是这样子吗？就是不影响，对，所以他不会再有扩大税损，不会，不会，不会。那但是呢，他要放什么项目进来，每个人不一样，就像你讲，委员有45个提案呢、啊。不过我们可不可以归纳下来，目前最有可能，因为很多的民众很关心这个啊，很多民众很关心什么呢？譬如说第一个长照啊，长照看护的医疗的费用是不是可以放进来？第二个学前的，因为学前的家幼龄婴儿童的他的家长经济比较弱势嘛，社会刚起步，又要养孩子，又要才该收入还很微薄。第三个高职教育，因为大学生可以高读高职，高职生进展不可以，所以这三个项目是不是优先项目？鲍委员，这三个项目应该也是当前国家最需要的，因应人口结构，因应经济结构的转型，也是目前共识度最高的嘛。是是是啊，还有吗？目前还没有通盘检讨出来。好，我们了解这三个项目，所以我也很认同哈。那另外对的事情啊，一天都不能等。为什么有人担心说这是利多，选举利多？所谓的利多就表示民众是期待的，民众是欢迎的嘛，也是正确的方向嘛，所以不要怕，对的事情一天都不要等，更何况他并没有扩大税损，没有，他只在现有的额度之下调整项目，让大家增加自由选择的项目而已嘛。是，所以干嘛一定要等下会期呢？你现在就可以提啊，提的或怎么样的一个情形也可以啊。要研究了，还是要研究，要审慎了。我任何一个案子都没有这样短期间就出手的。你刚才很好笑哈，你刚才说要等下一届的委员来处理，好可惜哦，那个下一届的委员啊，现在去越南了，要不然的话，我就问问那个下一届的委员，金管会的那个下一届的立法委员啊，他支不支持你的案子，他要不要把它列为他这个跟你配套的优先修法的项目啊？那个下一届的委员先跑去越南了。您也是下一届的委员。好，谢谢你哈，谢谢啊。那大家互相加油，谢谢、啊。谢谢。我继续努力哈，谢谢。我们现在请孙大千委员。主席、各位同仁、各位官员，大家好。我是不是先请那金管会的黄副主委？好，我们请黄副主委。委员好。副主委，还是谈一下我们今天修法的议题哦，因为我相信前几位委员都有跟您就教过了。那么今天的媒体也披露出来很多的报道，关于很多这些长照的团体哦，那么对于我们今天的修法也提出了他们的疑虑跟看法。我请教一下副主委哦，我们今天的修法，或者是我们允许寿险业的资金进入长照体系，真的会发生所谓的图利财团变成财团一条龙从头到尾的全面掌控的状况吗？我想原则就是政府，刚刚那个我们招委在报告也提到，公私合伙，就是其实只是让寿险资金有一个运用的管道，那么提供民众更多的选择的机会，而且今天只是让他担任投资事业的董监事而已，并没有，能不能投资还要看卫福部相关法律的这个规范，目前还没有说能够真正到真正能够投资的地步，只是说先把董监事这个限制稍微做一个围堵的放宽而已。我们今天做了这样的放宽，并不代表财团可以全面的掌控所谓的长照体系，对不对？
连只是放宽，其实根本还没有办法投资啊。对，因为我们今天看到媒体的报道，这些民间的长期的社福团体哦，他们对于这样的一个修法有很大的不同的看法哦。那么当然也提出了他们的隐忧。那么我认为在修法的前夕，就算我们要推动这样的一个方向，我们恐怕也要很明确的把他们的疑虑跟他们说清楚讲明白。因为坦白讲，这是一个两难的局面哦，就大家都希望长照的体系能够健全而且尽快的建立起来，可是一个健全而又能够有相当规模的长照体系，你不可能没有外部资金的益助嘛，是你不可能从头到尾都是政府的资金，或者从头到尾都是靠民间社团，以现有的民间社团的能力恐怕很难支撑起这么庞大的长照体系。是，所以这我相信这是为什么金管会也希望能够考量让寿险机构的资金能够挹注到这里来。但是我要请教一下副主委的是，其实我们在寿险业或者是保险业资金的转投资的开放过程里，我们其实同步也做了一些相关的限制。我建议金管会恐怕也要跟民间团体说清楚，今天我们只是借寿险资金的活水哦，让他们的资金进入这个体系，是，但是并不代表他们这些寿险业者哦，或者是保险业，甚至是金控业者，可以全面的来掌控所谓的长照体系。是，我想谈掌控其实是跟事实差距太远，其实只是让寿险资金有一部分的部分能够投注到这方面的事业，而且就像我跟委员报告的，目前卫福部还没有对这个部分做任何的这个调整，所以目前只是开放董监事而已。所以我们就算是今天开放了，但是坦白讲相关的一些配套或者是限制卫福部随后也会提出来，对不对？我们自己都会做一些配套，那至于说能不能投资要看卫福部那边的长照法的那些的规范。我们目前会限制寿险业者经营所谓的这个长照体系吗？我们当然是鼓励投入，可是规定是在卫福部规定，所以我们目前还要看卫福部的规定，今天只是开放董监事可以担任而已。所以最后的把关还是在卫福部嘛？是的，对不对？我们自己当然对保险资金运用也会把关。是，我请教一下副主委，我们的把关我们做了什么样的配套？基本上，公司的这个公司治理、财业务的体质、它资金运用以往的这个绩效等等，都会作为我们这个了解保险公司投资的适合性的一个参考。好，谢谢副主委。谢谢。接下来是不是请财政部的张次长啊？张部长，对不起。啊，我们先请张部长。委员好。部长，刚才卢秀燕委员也有提到哦，您最近所抛出来关于重所税的扣除额的一些相关的变革哦，您的一些想法。但是这两天我也看到了一些评论家针对了您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当然他们也有了一些不同的意见哦。那么包含某一位了，我也不要讲他的名字了，他当然很不以为然的批评哦，说我们长久以来财政部在做这些相关的税制的改革都是很片面的、很局限的，没有全面的宏观的一个布局。我相信您知道我说的是谁了。那么我给部长一些时间，是不是让部长来做个说明？就是这位人士他所 说的这些批评，部长您的回应是什么？事实上这样啦，我们税制啊要通盘检讨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说过去通盘检讨历史上就是三次都成立大型的赋税改革委员会做检讨，如果没有用赋税改革委员会做，第一个就58年嘛，第二个78年嘛，第三个就98年嘛，都是做通盘的检讨。那我们的检讨也根据过去通盘检讨的规划来做，如果没有赋税改革委员会用财政部，我们当然就大案。所以看房地合一课税，我们处理了8个月，研究大案。那个赋改会都没有的，那过去财政健全方案也处理了6个月，是，所以那是靠财政部自己的，不然的话就要有一个大型的赋改会。我请教一下部长啊，就是对于这位人士他的批评啊，他当然讲得很广啊，是，他包含提到了像富人税，提到了像土地的相关的科税啊，像包含甚至像遗赠税，这些通通都应该要拿进来做重新的一次全盘的检讨。对于这样的一个看法，部长您的回应是什么？事实上我跟委员报告，那三次赋改会啊都是通盘的，每一个税目都有的，但是也没有一次做成。譬如说民国58年他就提出要实施加值税，是18年后到民国75年才实施，
民国78年的第二次复改会，他提出要实施两岁合一，到民国86年才实施，所以他提出来也是全盘的规划而已，立法院也容纳不了全盘的一次，所以啊，就跟人体开刀一样，不可能头开刀、脚开刀、心脏开刀、胃开刀，不可能全部一起开刀，也是逐步来。他只是说这个人的身体健况是这样，但是你要逐步去医了。所以我要拜托部长啊，就是每一次行政院或者是财政部所抛出的一些赋税变革的一些意见跟看法哦，当面对到外界的很多批评指教的时候，我认为了哦，有一部分具有建设性的意见，或者是可以弥补我们考虑欠周延的地方，我们可以把它纳入。但是有一部分哦，我们也必须要在第一时间把它说清楚、讲明白，否则原本你的利益很良善哦，是，但是外界一阵乱打之后哦，原本这个良善的利益就根本没有被看到了，甚至原本我们只是在一个很小的概念上，我们认为做一些适度的调整，可以帮助到学子，帮助到弱势，可以对于财富重分配能够有一些帮忙，可是对方拿一个大帽子一扣下来的时候，又似乎显得我们的改革又微不足道了。但是就如同你刚才讲的，这个大帽子讲的容易做的难呢、啊。这种大话谁都会讲、啊、你叫我上电视我也可以讲出一套话来，没有错，但是真的要做到绝对不是讲的这么简单的。所以我要拜托的是说，财政部哦，身为执政党团队的一部分哦，我们有必要在第一时间针对这些建议，我们可以虚心受教，是，可是有一部分并不见得如同他所说的，而且有混淆社会视听之嫌。我认为财政部在回应上这是不能手软的，是某这个至少我建议部长可以学一下了哦，我们央行的彭总裁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典范哦，是，他对于很多对央行的批评指教，如果有不符合事实的哦，或者是如果有一部分的批评是很不合理的，他绝对不会等到第二天的，他第一时间就发新闻稿澄清，马上就回应了、哦、是。那么我认为财政部长期以来背负了很多莫名奇妙的黑锅、哦、那这些黑锅就是因为每一次当外界批评的时候，财政部可能就觉得说啊，就听听，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了、哦、但是久了久了你会让大家有一个既定的印象，所以变成你想要做一件好事，可是对方当拿一个大帽子一扣下来的时候，你所做的事情完全不会被看到的。所以我要拜托部长，我之所以今天要请您做一个回答跟说明，就是因为这些所谓号称的财经人士或者是财经专家，我认为当然他们的意见我们必须尊重，可是有一部分的批评啊，坦白讲我觉得太不切实际了。所以财政部针对这些批评，拜托部长在第一时间必须要做出回应，好不好？好，谢谢部长，感谢。我们现在请费宏泰委员。谢谢主席，在场各位女士先生，主席帮我请一下张部长。我们请张部长。委员好。哎，部长，这个刚才也有人提到，我也提过好多次，就是101烟火的事，因为以前呢，101烟火都。大部分呢是配合啊，不是配合，和结合台北市啊的跨年。台北市现在的市长呢，他很显然呢，他不愿意跟你们合作嘛，哈。是。也有人曾经提过说，101烟火啊，可能明年当然谁当总统我们也不知道了哈，他可能就成为最后的绝响啊。今年的规模是大概预算是多少钱？4500万。4500万哈。刚才我也听到目前募款还不是很理想嘛，对不对？有很多人要赞助，但是101在选择形象要相当的。当然我是觉得哈，这个举例我不能找军火商了，是是是，我不能找不能贩毒的也不行啦，当然，对对，那是一定的，对，那是不可能的。 对做违法的事那当然是不行的，那类似像军火商啊或者这个黑心企业啊，举例摆明了，像鼎鑫要给你捐款，你要吗？当然就不要嘛，对不对哈？那这些钱，我看，听说你们说，若真的不得已，把101他自己的盈余啊拿出了一部分，是不是这样的？我有问过宋董事长，当然宋董事长10月9号也离职了，这个烟火他也不会来主持了。但是总经理我也会交代，一定放谁出钱的问题，就是这样。那烟火一定放，
就是看谁出钱。那这个钱到底谁出嘛？有形象好的赞助商就赞助商，因为他有广告的问题嘛。如果没有形象好的赞助商，101也可以自己出。举例像我们的关谷银行形象好不好？形象好，但是也可以配合。对，我就觉得像我们一些关谷银行啊，至少我们有几家它的盈余还不错嘛，哈。你说一家赞助个几百万。六七八家就很多，就两三千万就出来了。到目前为止，报告委员101还没有提出相关财务需求，显然他可以处理了，他们只是在选择。哦、好，是。你说礼拜三、礼拜四啊，新的101的董事长人选就要出来了。我是预计这个礼拜内会出来了，那我估计说。你跟我们讲个大原则了，他你从哪边来遴选？当然你不要告诉他是人，他是活的，那当然那个这种题目把它排除。可不可以告诉我大概是什么样，来自于什么样的方向？包委员，条件是一定要很，因为这是各界瞩目，101是地标啦，所以那个人也是人标啦，是大家的标杆嘛，所以一定要优质啊，那外语形象外语要好，形象要好，所以好，我们再推荐几个人，那也有别人推荐给院长，所以那自己别人推荐给院长那一部分的人我不清楚，因此最后会挑出什么样的人我不会知道。我相信毛院长最后也会听你的主观的意见的哈。你刚才讲的没错哈，101是台湾的地标。我们说因此我们为什么不容许鼎鑫啊是去染指他，是主要的目的就是他是台湾的地标啊。所以找一个台湾的地标啊，我想101放烟火，平常讲也是某种程度也是帮他自己在打广告，最大的受益人其实就是101了啊。是，因为当这个跨年烟火全球大概如果播十个城市，台北的101是其中之一，对吧？是，所以透过这种国际的宣传，很多的外国的观光客他就一定要到里面到101去看看嘛，哈，好像类似像取经一样。那到里面消费，它增加它除了增加政府的税收之外，也会增加它的盈余嘛，对不对？我想光从这样子的一个全球性的广告的效益啊，我是觉得一定要把它做好。是是。所以你们预计比去年的规模要相对是逊色呢，还是一样？比较好。比较好，比较大，那规模也大，所以去年大概3000万，今年4500万。好，是，我是觉得这不叫做浪费了哈，因为为什么世界各国到美国的什么这 Wall Street Journal 啊，或者是华盛顿邮报去刊登广告是一样的，它就是宣，就是把它的增加它的曝光度嘛，是，尤其是免费像 CNN 的电视啊，这个。法国的电视、英国 BBC 的电视出来，那全球看到那个广告的效益是非常大的哈。是，所以虽然这些是小事，不胜其烦的提醒你啊，我想已经提醒很多次了哈。对，董事长的人选啊，我想不管你明年当不当部长，但是替101奠定一个好的基础。是，那个人选真的很重要哈。我们其实很多人选很好，他也不在意。啊，就那个薪水了，那个薪水也普通了哈。是。讲到这个薪水，就请教一下哈，你曾经提到中所税啊，扣除额要扩大，逻辑是什么？逻辑就是我们的扣除项目啊，目前少数几项，那用到列举扣除额的人数很少，大概10%几、20%，那标准扣除额的大部分。可是呢，现在整个社会结构的变迁，那些人没有项目，他用不到。譬如说高龄化的家里有长照，那个费用他不能进来，然后呢少子化的他学前的幼儿那些教育他那个费用不能减除，那现在要推动技职教育，技职高职生的学费不能减除，所以那个整个政策都变了，但是项目没有调整，可是我们现在的项目又无法容纳了，因为我们的占了所得总额的62%。所以换句话说，像一个人就是有一个account类似 是不是这样？对，他不见得在只有在现在的标准里面去扣， 是这个意思？是啊。我想最近啊，我也看过一些杂志讲哈，我们去年所通过的哈，我们的这个大规模财政这个健全方案里面呢，曾经有一项就是把中所税的集聚啊加了一个级，
是45%啊，是，再加上他们还有二代健保的补充保费啊，嗯，我就听啊，看报纸啊，或者听那个还有某台的电视啊，是，在那财经台，他说很多外商的外派人员，他们现在直接就挂名在，至少有一半的薪水或全部的薪水在香港，在香港领，那。尤其是他这些像我们还说还有一些这个大的公司，像台积电啊，像这样，他们想要挖世界，他们要挖世界级的顶尖的人到台湾来，他一想到台湾的税比美国还要高，他们就却步了哈。这个是当然，我们现在我先跟大家报告清楚，我们目前是不可能朝这个去做修改的哈。这个税在你的手上完成了。现在有听到这样子的声音，你可不可以对你的下一任的财政部长做一些建议，如何去是继续维持，还是去做一些弥补？这个税哈，是财政健全方案的一环，那它名称为回馈税，是回馈社会的，因为那个税收已经用到薪资特别扣除的调高、身心障碍特别扣除的调高，那已经用下去了。那至于吸引人才的部分，我们有另外的措施，比如说我们吸引关键性的人才，对限制性股票的课税，对技术作价入股的延缓课税，或者延缓到处分时课税，像这些我们有其他的吸引人才的配套。哎，讲这你是讲，我不知道你到时候做什么配套了哈。对，部长，确实我在杂志上，在财经的电视节目上，他们就讨论这样子的问题。是。世界上他们要现在，我不知道是哪个，他那天提到是哪个企业啊，他们确实说他们延揽国际的人才已经发生了一些问题。他们，我想问题就是，人家去 recruit 一个人，那人就马上问说台湾的税制是怎么样哈。台湾45%的税制，当然我讲说有所得的人啊，你就提高啊，去多缴点税，这个逻辑是对的。可是，在台湾真的有所得高的人，并不是来自于薪资所得，而是来自于其他的获利所得。举例，我们讲的这个赠所税啦，啊，举例我们讲的这个出售房屋土地的税了哈，等等哈。是，我讲。我们财政部有很多的官员都还年轻嘛，哈，在这里，有人提到这样子，我们延揽世界级的人才，现在发生了有一些问题啊。当然，这不是主要的问题，我想提出来让大家来思考一下，好不好？感谢。好，谢谢，谢谢。我们现在请罗明才委员。主席各位，出列席官员带哈。主席各位，请金管会黄副主委。好，我们请黄副主委。委员好，黄主委你好。那我们看现在整个国际的情势哈，好像变数都蛮多的。那国内啊，这个银行已经稳定了，现在证券呢、啊、需要大力来推动了。哦，那我们看现在这个整个。环境啊，哈，好像金管会这边有一些措施啊，准备大幅度啊，也是适当的来开放大陆的大妈可以到台湾来买台湾的股票。那至于大妈来台湾买股票，你有评估过它的动能大概是多少啊？怎么样买卖？方不方便来买卖？是谢谢委员提出这个问题。我想金管会在审慎研议中洽各部会去沟通，如果有共识，那当然曾主委曾经宣示，那可能会由主委决定一个时间。我想动能部分会有帮助，但是这个进来的这个购买股的这个程序啊是有一个规范的啊，那但是细节部分可能今天还不方便跟委员报告，但是我想对国内的股市是有正面的帮助。但是大家担心，大陆人士买台湾的这个股票会不会把台湾的公司买去这些东西？我想我们是有规范的，所以各位外界的这个疑虑应该不会发生，但是会适度的引进一些股市的动能。是对这个上市上柜1700多家公司里面啊，那副主委比较担心的是哪一个区块？比如说台积电那种高科技的啦，或者是金融股，还是保险类股？
啊，还是传产，是有没有一定的这个最高的管制的一个比例？有委员的问题非常重要。其实现在对于外资包括陆资进入台湾股市买股，那我们其实就对特定的产业都有相关的规范。比方说当然细节我不见得说了对，不动产跟营造业可能就不见得能投资，通信业或些电子业可能都有持股的这个比例或者不能投资，这些都是有明确的规范的。银行啊哈，银行金融的部分大概最高的限制是多少？不可以超过几个 percent？银行现在银行跟两岸其实这个部分都有共识了，那金控下面的银行可以金控 最多可以 买多少？应该是二十吧，二十个 percent 是不是？是不是那个邱多少十啊？那个邱副局长，请那个邱局长啊。报委员，现在大陆的银行来台湾参股哈，金控是10%，金控那是大陆银行嘛？现在我们刚提的是说，现在已经要开放大妈团来台湾买股票。就是很正常的投资的，那是属于政企局方面。如果是参股的话，是银行局这边。那是参股。我现在讲的是说，开放大妈来台湾买股票，银行部分最多10%而已。最多大妈的部分可以买10%，最多总数加起来。假设哈、金控哈、这些银行上市的部分哈、有没有算过它大概市值有多少？这个要算一下，可能大概请同仁。我们做的金融产业大概总资产是有大概30兆吧，不止吧，应该6-7。我银行的部分70几兆，对，70兆是不是？40几兆，几兆？40多兆，40多兆。那40多兆10%就是他可以买，不是那里面包括保险跟证券啊？那你扣掉保险嘛？保险大概是占大概不到1/2吧？那假设20兆。好了，他不让他算，那你金融的部分，他就可以为台股的动能哦，金融的部分就可以带来2兆的这个资金、报告委员，这个可能我跟您报告，因为整个的规划还在规划中啊，那有些细节也不太能够讲。不过就是他进来绝对有量，不是那个实是一个总数，可是还要有量的限制，量还是会有限制的。不是、因为现在台股哦，是你们如果。一般有跟这个国际有金融有接触的，在大陆人的眼中，他们觉得台股现在哈小个短哇，短哇个不安吉呀。你看很多人，我每次都随便举一个例子哈，像那个绩优生兆丰啊，兆丰金控才20几块钱，每年配股配息，公司也不会倒，对不对？所以相对台湾来讲，这些人是很可怜的啊。就是我们一些很好的公司就价格那么低啊，台湾人自己不买，那我们只好开放给外面的人来买啊。而且他来买哦，长期投资的话他也会赚钱。第二个，他买的话对我们的资金动能啊是加分的啊。第三，那你买进来了以后，因为我们有持股上限的这个限制啊，对我们来说是应该有注意的。全世界现在的钱啊已经到处啊，这个一个世界的概念啊，是世界是平的啊，我们不断的画地自限，那应该要是跟这个世界接轨吧。你越不开放，反正图利的少数的这个外资啊，是不是这样？我有人民币啊，规划人民币现在已经要纳入 SDR 了吧？是好，纳入了以后啊，这个变成是一个通用的货币。那我们未来台股的买卖啊，是用新台币计价还是会用人民币来计价？目前一直都是新台币啊，用新台币计价。我看台银也推出了用人民币计价的黄金存折啊，那个开始了黄金部分了、对，黄金部分有没有可能下一步是走到这个比较国际的未来的发展方向，人民币计价的这个台股买卖？委员的指示我们会做参考。是，好了，我觉得哈，你们方向都定出来的话，我光是算金融的部分就可以为台股带进2兆，
其实这个市场是多元化的啦，哈。台湾有很多人还犹豫不买啊，不买你就算了嘛。你不买的话，就让国际的资金、大陆的资金要想投资，我们也限量的让他投资。哦，这个为什么呢？当你让他本益比啊比较高的时候，台湾的企业才有办法留财啊，留得住人才啊。哦，我想这个道理的，很多人在这个包装媒体都讲过了。哦，结果你不开放啊，台湾自己固步自封，结果是糟蹋了台湾的企业嘛。那台湾的所有人才没有去路嘛，台湾地方没有，它本益比没有办法调高，相对的就是东西很便宜嘛，啊，便宜的情况之下，很多的人才台湾待不住啊，那主要跑到香港、跑到大陆、新加坡啊，那对人才的这个保留反而是不利的。哦，所以我们希望说，你既然要开放的，哦，迟早都会开放，有限量的开放。我们就先试先行。是，包委员，我们是有限量的，所以应该两兆应该是不会有这个这么大的数字。我算一算，其实不止啦，金融就两兆啦，传产的部分大概上限是多少？包委员，我们是有限，就是就算有开放，它的额度是有限制的。传产是大概30%嘛？对。啊，算一算那个大来，大概加起来动能哈，资金动能应该啦，啊，大概有两兆多啦，因为我们总体加起来大概25兆嘛。你再 扣一扣，大概他们不让人接近啦，所以预估啊，开放大陆大妈团来哈，撑到最高的能量啊，有没有超过哈？预计啊，有可能有7兆的这个动能。鲍委员，两岸事务是非常审慎，所以我们就算有开，其实那个额度应该是一开始应该都是有一个限制的，所以很抱歉，我应该不会到兆这样一个金额。好了，我想啊，也是要审慎，要乐观呐，大家怕都说怕说。台湾很多东西被买光光啊，其实我觉得哈，你有限量的管制啊，哦，那我们在这个很大的这个夹缝中啊，求生存啊，就是要机动，要调整，不是他来买我们，是我们要利用他们的资金来创造台湾企业的发展，让更多的人才有好的发挥的空间，是，这是一个思维，了解，好。好不好？这个你要做就赶快做，是哦，不要那个人云亦云，那就怕东怕西。那台湾最重要是要拼经济嘛，是吧？好，感谢，谢谢委员指导，谢谢。我们现请李应元委员。啊，主席，我们。财政部的张部长，还有黄副主委以及各位先进，主席，我是先请教黄副主委。好，我们请黄副主委。委员好，那个副主委好哈。这个今天的股市怎么样？今天股市下跌，刚才11点下跌126点。所以股市的确是上上下下。是啊，也没有说因为正所税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修正之后啊。让这个整个的量啊，或是价啊，量价齐升，不，它的因素都很复杂。那上证上个礼拜就是上个礼拜五也掉了超过5%嘛？是的，超过5%算是很大了。应该是三次是不是掉3%？就是好像是上海的这个金融危机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在8月的时候啊，所以礼拜五就一天掉了5%，5.48%，其实是蛮大的。是，所以整个上海还是中国的经济形势，其实还在也是一样变动不居啊，在各种投资的方面，我想这个我们金管会在处理业界在投资中国，大概也会注意到这个部分。是，另外就是有关了、这个 TRF 的部分啊 ，TRF 目前金管会的立场怎么样？说有这样的这个投资者的客户他的一个受损啊，有一个总量的管制。类似要像这个双卡这样的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做法，银行业说有反弹，金管会就会坚守这个立场嘛，保护消费者的立场。这部分还有一些细节部分，我想业者的意见，我想银行局会再斟酌。但是前面的一些规定，包括时间1年，然后资格1亿以上，最高损失3.6倍，这些应该都是确定的。但是后面一些细节，我想报章上所提到。
银行业者的意见，我想银行局会再做一些参考。好，如果金管会有注意到，银行局有注意到，那好，政企局这些有注意到就是就好，好不好？是。另外就是寿险，谢谢哈，那个副讲谢谢。寿险这个今天联合报报道的很大，是这个相关的一些关心长照能不能比较健康的在台湾来发展，包括说是社区型的能够先好好的发展啊，有一个量啊，还是说这次就整个长照的供给面，从居家照顾一直到关怀中心居家照顾，一直到机构的照顾，这个整个的我想很专业，也是很专业哈。在他们有这样的一个顾虑，如果这样的话，会导致相关的一条龙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包括你本身产生了所谓的道德风险啊。我现在自己当长照的一方面我卖长照保险，然后我开的长照机构，我的客户来到住在长照机构，你哪可卖？风险比较高的，我可能照顾不是那么好，我希望他尽量不要来这个地方，有类似一样的道德风险。另外就是我这边也有看到一篇文章，就是今年的8月25号《经济日报》张子芳的一个报道哈，的一个分析啊，从日本的经验看保险业进军长照服务啊，包括日本非常出名的东京海上 HD。他们是非常大的啊，就是、说是日本代表性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啊，合并的营业额在2014年达到4兆3000多亿啊，但他进入长照到目前为止都发生了，因为专业不足，对这方面的专业不足，导致他亏损很大，到目前都还没有成绩都不起色哈、啊。那另外第二家就是东京海上日动 Samuel 也一样，也发生了。2008到2013年亏损了200亿啊、哦！我想这些就是外国的经验。是，我想所谓产金分离的概念，比如说你放款贷款给这个社会住宅啊、哦，政府要盖社会住宅是国家的重大政策，对于整个公平性的这个考量，我已经很多次在这边来支持这个概念。如果说政府像这样寿险的基金放出来，那个利息这么的低啊、哦，一方面让台湾多余的资金有出路。所以这个产业界银行界寿险业有有利可赚这是一个好的一个事情。那政府就资金的周转又可以来解决，不需要用到政府的常年预算因为它是一种自偿性的，因为它出去之后那个租户因为只有租不卖的，那租每个月的利息缴的租金就可以来付这个利息，那个年轻人有房子住，政府又可以完成一个社会政策，那产业界金融业界又钱这个多余的钱又有出路，都是好事情。所以这样的一个产金分离的概念它本身不经营，所以这样的一个概念如果寿险是不是也是可以往这个方向。是，报告委员，其实我不是直接投资，今天的修法其实只是开放可以担任董监事，但是能不能直接投资还要开卫福部的修法，目前是不行的。好如果说还是不行的那就好，目前是这样哈。我想希望在这一个方面的事情呢、就是注意到业界目前非常积极在从事这个业界的一个声音，包括日本经验，就是他进入这个长照服务业也是一个专业了解他本身没有这个专业，所以导致亏损累累这我想也不是一个好事情。是，我想多方面来参考。那副主就先这样，谢谢委员指教，谢谢主席，我是请张部长。我们请张部长。立委好。部长哈，我想这个昨天因为这样的一个可能讯息的了解，这个媒体来问了、只是说这个张部长要做一个很大的减税的措施我想讯息不够清楚。在今天早上听你这样讲，可以比较了解哈、是不是你主动的？是你说在上个礼拜有这个薛林委员这样的一个事情哈、是。我想立委是最喜欢减税的哈、从选举的需要这个毫无疑问的哈。但是宪法上各有各的分际，因为整个国家的这个税，之前我们好不容易通过了这个财政健全方案，还是各种很困难的税，房地合一税都是在你这内通过的。在野党的立场其实大可批判，反对征税啊，这是最简单的一个事情。是，但是我们认为对于国家的社会好的事情，我们还是支持，强力支持，是三番两次的支持，是就代表我们是
以整个国家为念，是，而以整个社会昌盛为念。是，我想这个角度，我认为你大部分也是这样，是，场景是这样。谢谢。包括正所税当然是另外一个 case， 你不得已，你作为一个从政党员，你在你们党里面为了总统选举这么大的一个压力，是。那这个显然不是，你告诉我，在这边你摸着良心说不是为了选举考量，完全不是。好，那我尊重你，我相信你，百分之百不是。那很好，因为这个你这边扣除哪些地方，包括之前我们所讲的那个200万以上的这么多人啊，一毛税都不用缴。那个部长，你有说要检讨那些事情，对不对？那个就是扣除我的一项，对嘛？啊，所以有很多，包括那个捐赠的部分，对，有很多的那个捐赠的扣除，我你也认为要检讨。是，所以我的意思不是说社会在变动不能够改变，对，比如说禁止教育这个可以考虑的，是，但因为这个应该整个行政部门的总体考量，包括我们总体的税率比 OECD 低啊，所以你之前也曾经说，你刚接任的时候说台湾的减税的空间其实非常少，是，甚至是在那个当下是没有减税空间，是，那时候心里都是讲财政赤字每年都是两三千亿啊，是，要怎么让它能够平衡预算，这是部长有最大的责任啊，是，所以当时你是比较保守的，是，所以我想说为什么突然间有这样的一个事情，这个也不是减税啊，对，所以你这个的这个的扣除这边增加，那个哪些项目要减少，应该整体考量，对，就在一个额度内啊，对，检讨项目，你所谓的62%的总扣除额不变的税基不变的之下，我如果这样的状况，哪些是要对消要去除的，哪些要增加的，是，这些要总体考量。所以为什么行政部门有这样的一个权利，每一次各立委提出个别的方案，要在财政部总整之后来处理，是，我想它是国家的宪政的设计，有宪政设计 的一个奥妙的地方，是，所以我想如果部长就处理这件事情是以这个态度，该减的减，包括我们说那个部分那么多的不当的捐赠的扣除是不是过高，对对，过烂，太过于腐烂，导致于税基的一个受损。我想兼顾的话，我们你刚刚讲的就是说全面的研究，那再提出来，这个对的事情是不分政党的，没错，我想这个我们一向的立场是这样，谢谢。第二个就是也是一样，就是做所谓的这个我一直讲43条之3、43条之4所得税这个海外的这个部分，那包括最近你有一些成就和日本的这个所谓的协定和中国北京方面的这个协定，对，所以这些事情逐步的处理，全世界都在往这个方向，目前进展怎么样？台日的注册协定签了以后，我们如果报到院里被查，那个有立法授权的，大概两边的生效程序就完成了。两岸注册协议要逐条在立法院审议，我没有看到立法内政委员会有在排，所以那个大概我不知道剩下的时间有没有，但是那个是已经是应该是确定的，因为这种东西基本上是好的，那个委员，我想哈，这个是配套了哈，有哈一定，如果没有，下个会期也照送了。我知道，是因为那个部分是基本上大家社会赞成，是两岸已经谈那么久的，所以我们不本身的。就是在财政委员会督导的监督的项目，就是我们这个很重要的海外这个所谓的如果合法减税也好了，这些东西回来有几百亿的税金嘛，对，对不对？对，这几百亿的税金们做谁代替？就后嘴嘛，我想责无旁贷，部长，对，你说你要离开这个部长的职务之前呢，我认为不只是你刚刚讲那个事情，包括这项事情，甚至包括公共病房，我知道您的关心，是，我也在这里承诺哈，在我离开前哈，即使这个会期，因为这个会期大概剩下这个礼拜，剩下个礼拜，即使没有过，我们拿出来重新检讨有没有更周延，我们下个会期2月1号再送。好，好不好？我想这个你这样的一个宣誓哈，是做这样的宣誓很好，谢谢你哈，谢谢。我们现在请薛林委员。好，谢谢主席。主席帮我请财政部部长还有金管会的黄副主委。好，我们请张部长、黄副主委。谢委员好。部长你早哈。委员好。我想部长今天有很多事我要跟你探讨一下。今天的报纸头版头那件事情，你说是我个人提案，部长，我想对于一个立法委员，他的职务是一个监督。
并不是我个人的提案，因为有四十几位，我要请教部长的很多事情，说因为你这样讲的话，我要提醒，因为如果是说要税的问题，我的提案是对于终身受教，我的重点在这里。那天你反对，那问题点就是说我要看到报纸，你又有兴趣说长照啦、学前啦、高职啦这一块，那我当然政府你要考量到你的现况、你的税制支出、收入这一些都要去理解，可不可以调的？那一天我也尊重嘛，对不对，部长？对，是。但是问题点，今天报纸又出来了，是讲述说，你说我个人提案里面有四十五个案。总共有四十五个委员提的案，是相当多，大家都关心。因为我的提案是希望国人终身受教，我的推广，我们政府不是这样推广吗？是。那当然，你的收入来源也当然要去调节嘛。我是建议是这样采取这个方案。那国人的终身受教是个好的嘛，提升国人的一个教育水准是正确的嘛。是不是部长？我是不是这样讲？没有错，委员这样了。抱歉，我们有的时候讲话，有的时候简略。譬如说，今天潘维刚委员等十六人提案，我们常常就说潘维刚委员啊，因为他带头嘛，所以那天可能就说，哎，我说薛林委员那天提案，那我们打选的。我为了所得税上了两次头版头。是。那到底是人民的看的认知懂不懂，清楚不清楚？这个应该要 有可受公平啊，部长。是是，我会说通盘检讨。部长，那然后你今天讲说又这些扩词我又要同意，那我要请教部长，两三天的时间转变是这么快吗？没有，委员那个也是有一点点偏差啦，讲法还是没变。我说我们把四十五个提案拿来通盘检讨。不是，部长，对，你是突然之间回心转意，突然之间又拒绝。突然之间又改变，委员没有这样。那我也是昏了头，你知道吗？委员，那你对我有误解，我没有这样变来变去哈、啊，还是说通来通来。我是怕你是说有政策的买票啦，怕你是受到朱主席的影响啦，怕你受到马英九的影响，我是在顾虑你。没有没有没有，不用做这样的解读。那如果是说，如果说部长你这样做是正确的，因为你要考量你的税制支出是一块的一个税基，因为你那天是跟我讲说扩大税基嘛，那我也同意啊，因为这个是毕竟是要评估评比嘛。是。好，再来我再请教部长，我们都知道那个点心啊，那个魏应聪啊被判无罪啊，哦，这件事情媒体都出来了吧？哦，部长。你的看法，你往后你有没有想法是说，比如说你自己啦，或是你太太啦，会不会拒绝买他们家的产品？鲍员，事实上，鼎新这个司法的判决哈、啊，因为法律啊讲究证据了，所以法院怎么判决我们就尊重，因为跟证据力有关。对、啊，但是那我现在请教你，你个人啊，你会不会鼓励叫你太太不能拒绝买他？你会不会拒绝买他的食品？会不会？我要讲实话了，我们从来没有买过。哦，从来不消费他家的产品。对 对, 对。那你不爱用国货，都是用国外国货喽？不是不是，我们用比较有机的，比较有机的、哦，对 对, 对。那个是比较高档的消费哦。也不是高档，就是也我们也知道，像蔬菜哈、啊嗯，有一些在洲美里种的，我们知道；有些在阳明山种的、嗯，我们知道。所以那个也不高档。就地段力啦，对 对, 对, 对，哪里有农药，哪里没有下农药。对对，我们知道。那你就是从来不用鼎新他们家的产品就是了。其实鼎新家的产品也不过就是那个正义猪油嘛，我们没有吃过猪油啊。嗯。来，部长，对，那你要不要呼吁一下？你既然没有用他们家的产品，你身为一个部长，要不要呼吁说大家国人拒绝用鼎新的一个产品？我想这个大家都已经知道了，都要用优质的产品，形象不好的、食安有问题的产品，本来消费者就应该要拒绝。那你就是不用它拒绝，从来就是拒绝了哦。哎，是。好，谢谢部长。部长，我再请教你哈、哦，我这边有一个经济的一个词，我们台湾经济三 Q。一个数据啦，哈，经济的数据，主计总处讲啦，第三季三 Q 的时候啦，它的 GDP 衰退了零点六三个百分点啦，他说第四季啊会转为正啦，
正0.49%啊，那你对于主计日讲的有没有信心？未来有没有信心转为正成长？鲍委员，对主计处的统计哈，不必存疑，因为他们是专业人员，哦、而且他对，然后他们收集的数据哈，因为我有听过他们的简报，他们是有一定的公司、一定的模式在设计，那就是有信心了、啊。对他不会造假。来，再来，我再请教你，国发会连发5个蓝灯，因为那你的看法嘞？他第5个蓝灯，但分数有提高了。什么分数提高？好像连发5个蓝灯是不好的哦。对，没有错，他蓝灯了，蓝灯由他变成第五个蓝灯。那你认为他连发5个蓝灯，那这一季 Q 四的时候有没有信心？有，我看国发会副主委他说，哎，大概也是，对，也是落底了。对。那部长，我再请教你，央行的金融账啊，净流出哦，净流出已经21季哦，那 Q 三的流出有 A 大 A 有5000亿的台币哦。那你对我们经济的看法又是如何？我觉得我们经济当然有值得我们要有信心的地方，但是也有值得要改进的地方。所以说，我要请教部长，因为不管是主计总处，不管是国发会，不管是那个央行，接下来部长，因为你是管进出口的嘛，哈，那我要请教你，第四季出口到现在为止涨的是怎样，情况是怎样？第四季为止，我看到的11月的前3周都没有转好的迹象，就是没有转好，还是负成长的2位数，还是负成长2位数哦。对对，2位数9还是1呀、啊？2位数就是10几%，10几%，对，2位数。那代表我们的经济 Q4 是不乐观喽？但是主计处他看到的是先期指标。他的统计哈、啊，应该比较可信了、啊。他是预测。我在这边还有一个数据哈，部长是央行的数据，就是存款不足了，退票户了。他的退票户从104年1月到10月，比同期哦，就是104到103同期的增加2.71%，金额是增加了11.949%，通通都是公司户在退票哦。那你说？我们基本面，我们的问题点在哪里？我们经济长得这样子，每个相关的财经单位都是户，那要怎么办？鲍委员，我想哈、啊，统计非常多，那我们要看的就是说，譬如说它景气灯号是用哪些因素来，然后对 GDP 的预测是哪些因素，应该看哪些因素。这些因素如果它有考虑进去，它有它的权数。所以我想说，算出来的。你认为我们台湾 Q 四的话，经济救得回来还是救不回来？我觉得我刚刚的一系列的把你的列举出来了，你认为救得回来？当然，从主计总处国发会的发言，我看是认为落底救不回来，落底了，那就很惨。不是已经落底了？对，落底了。哦，就是开始往上了。那这个弹升的话，会不会弹得很大，还是少少小小的弹？当然外需的部分，当然我们比较不能掌控，但是内需的部分有回温了。好，谢谢部长。部长请回，谢谢。我现在请那个防护主委。谢谢委员好。防护主委，我请教你，今天我们要修法嘛，哈，修那个什么，那个146/5这个放宽的条件嘛，对不对？是。那我请教，现在四大证券的董事长哦，说证券大户准备大举归队，那你现在手上有掌握任何的信息吗，或是资料吗？目前没有啊，目前没有。对，那你修法，那你修法的目标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我们是修让保险业投资公共建设、社会福利，能够担任董监事。就是哦，这样子、啊。跟那个大户好像没有必然的关系，是。哦，这个没有关系哦。不好意思，那副主委，我请教你，既然是这样修，这个是公共建设的、啊、福就是社福这一块的，我这边有一个数据哦，你听一下、哦。是是。103年底了，保险业可用资金是16兆4648万啦，然后用在我们台湾，用在我们台湾的公共建设哦，才232亿啦，占的是0.14%啦，都连1%都不到哦。然后我们到国外投资哦，是8.2兆哦，是占了50.25%哦。那你说我们现在在国外的投资在成长30%哦，那你修这个法，你放宽，你评估效益都大，那个可以拉回
那个资金可以拉回多少，或是在国外八兆在国外的钱可以拉回来多少，这个才是你修法的目的跟定义嘛，对不对？那现在数据涨得这样子，你修这个法有意义吗？鲍委员，因为资金投入之后，如果没有一个监控的机制，所以业者会有点担心，不是，所以希望他能够担任管监事。副主委，你要讲一下钱可不可以拉回来，有没有办法拉回来，这个才是前提嘛。钱当然会挹注到公共建设跟社会福利，但是金额要看整个。那我们现在已经涨得这样子，才0.14%，232亿，总共16兆，尾数都没有，16兆4600多万。那才零点一四个百分点，才232亿耶。是，因为公共建设也要有收益率，要合乎保险公司的需求。好，那你这样讲，我再请教你哈。曾主委今天没来，然后他曾经有宣布了，他说保险类的不动产投资报酬率，他的目前确定的定调目前是2.805%，然后现在调降到一码是2.55%。那问题一点，我们都知道最近台北市政府在有几个标的公开的请一些公司行号去投标，他的报酬率是4%，4%。那我们曾主委这边的话才 2.55%， 差一点几，生意人会这样做吗？鲍委员，那个4%的个案我不太清楚，但是这样一个调整其实也是斟酌了业界跟监理上的需求。不是的，你要了解是说，你要让这8兆、16兆回到台湾的诱因在哪里嘛？钱怎么拉回来嘛？这个才是重点嘛。调降投一丝收益率其实也是业者的一个期待，只是我们比较审慎，只调降一码。好，我再一点，主席给我一分钟时间。副主委，我还有一件事情请教你。是。金管会提的金管会提的这个修法的标的，还有你还有一点就是精算标准外包，本来精算都是在金管会里面，对不对？没有，我们你们现在拉到外包，今天修了法也有一这个议题嘛，那是指那个精算机构，那个是指我们现在的周边单位。好，那我要请教你，这个精算机构你是如何去定定，从它的条件、它的规划，它到底要怎样？你们定了标准了没有？出来了没有？因为我都没有看到啊。其实这些人身保险的寿险、这些死亡率，这些都有一直在订定。那商品的这个相关的这些损失率，这些都有在去做累积。因为你金管会指定的精算统计、汇率，还有保险换税机制等，那这一块的话有4个3点，那你们找了几家公司？那你们的对它的评估，到底它的机制标准是如何？总是要给我们资料啊。报告委员，这个是指我们指定的机构，不是那些保险公司。哎，我们会把那些资料整合起来。你既然指定一个公证机构，那公证机构人民就要有信赖嘛，政府是一个信赖保护原则嘛，大家都非常清楚嘛。这些机构是我们的周边单位，可能是我们的周边单位。是你们的周边单位，那也要让我们了解你们评比到底是如何嘛。是，好不好？他们已经有在做了，我们希望给他一个。那好，那主席，我想请副主委就这三点的一个给我们书面报告，是不是多久时间给我们？一个礼拜可以吗？一个礼拜哈，好，谢谢主席，谢谢。好，谢谢。我们现在请李桂明委员，李桂明委员，李桂明委员不在场，我们现在请尤美女委员。那我这边也特别宣布，我们今天的会议会继续进行啊，中午不休息，谢谢。主席。那还有我们所有在场的委员及所有列席的政府官员，大家午安，大家好。主席，我是不是可以请我们的金管会主委？我们请黄副主委。委员好。黄副主委好哈。今天，保险法是你们主管，是你们主管？是的。所以你们主管，你们这一次提出了要去修改这个146条之5，要整个去放宽这些保险业者去投资这所谓的公共跟社会福利事业的投资，
原来呢。